老师呢？好，谢谢谢谢我们所有的委员，我们希望今天哦，尽量的能够顺利把它完成协商，没有办法协商的部分，我们明天在院会再来处理啊、哦。那我们还是特别介绍司法院吕太郎秘书长啊、哦，还有我们王处长，好、哦，大法官书记处啊，法务部张参事啊。哦啊，国防部杨啊杨法官哈，还有内政部罗专门委员，啊，教育部谭专门委员，还有陈龙宏人行政人事行政总处专门委员。好，谢谢。那么我们上一次啊，已经处理到第41条啊。第41条，对，那我们现在啊、哦、还有最后10条，那我们先把最后10条讨论一遍，我们再进行啊、重回啊、我们上一次有一些司法院要改的文字啊、我们再啊、进行保留条文部分的条文，大概有6条啊、哦、好，所以啊、
对，我们就先从四十九条开始啊，四十九条开始，来四十九条啊，这个是司法院再提的协商建议啊，大概本来是三分之一以上，那现在是改成四分之一以上，那个其他的文字大概都一致，那司法院有提一个协商的建议的说明，那现在请秘书长能不能针对这个条文来说明一下，三分之一得细则高调哈，好细则高，大家翻开啊，我们啊，三四页啊，大概跟大概跟上一次的四十三条是一样，来说明一下来。主席各位哈，关于四十九条呢，你的麦克风尽量靠近你的哈。关于四十九条啊，这个立法委员提案的门槛呢，到底三分之一、四分之一啊，是有一些不同意见的哈。那我们看的吴委员的修正版本也四分之一，那三分之一、四分之一其实各有利弊啦。那我们认为说，这个既然各界啊认为四分之一也是可行啦，我们也是从善如流，就调整为四分之一。那至于吴委员这条我可以顺便说明一下这个跟吴委员的不同吗？可以哈。可以啊。对，吴委员在这里面呢，还跟我们的修正不一样的，就是说这个，第一个他希望能够大法官，受理哈三个月内啊要决定哈要决定，然后一年内啊，三个月要决定要不要受理，一年内呢要做成解释，然后呢这个，计算这个票要以投反对票者为限啊。那么，基本上跟我们，有一点点差异了，还是未投赞成票则为限了哈。那在这个地方，当然四分之一我们是，基本上是同意了哈。但是这里面，吴委员的第三项、第四项啊，希望大法官三个月内做成是否受理，还有一年内要做成解释哈。我们认为这个在实务上哈，有些时候是没有办法做到哈，所以。是建立说这两项哦，就看看是不要列这样子。现行是多少？不是三个月的吗？现没有规定他，对对对。他没有时间都在大法官王一博吗？必然的。因为我们案子原则上申请进来是有时间，但中间会有一些插队。插队就是说有些紧急处理的，比如人犯在押或再审期间到了，那就赶快要处理哈，这样子。那再来就是说这个。吴委员提到的这个管理人数哈，四分之一如何计算的？这里面吴委员的文字呢是说用这个未投赞成票者为限的哈。那我们进一步分析啊，就是说在立法上把这个三分之一、四分之一如何来计算，用法律来规定也是可以的哈，不一定要透过解释的。所以但是文字可能建立用另外一种方式，就是说。这个人吴委员的文字在哪里啊？右边，在右最右边的最右边一栏，最右边一栏、啊。对，我们是建立说最右边最右边一栏的第二项。第四栏，第四栏，第一栏是司法院，第二栏是审查会通过的条文，第三司法院提案，然后保留修正动议是在吴委员是在第四。好，来，来继续。那因为我们是担心说依照吴委员的。这个文字哈，就是以未投赞成票的为限呐、啊，那变成说在前项的人数里面呢、啊，那可能有一部分的人是可以，有一部分不可以，那变成可能要可以的人跟不可以的人要做成两种处理哈、啊，就造成这样麻烦哈、哦。譬如说要有六十，假设有七十个人投啊，这个他的门槛假设四十的话，那有七十个人里面呢？那可能有三十个呢，他是过去呢是，投赞成票，好、哦，那有四十个是未投赞成票，那变成这七十个的一包的申请案里面，大法官都分了两部分来处理，其中过去投赞成票的人可能要变成不受理，好、哦，啊这样就变成一个案子呢两个处理，所以我们是建立啊、哦、精神一样，就是说前项的人数计算哦应该减除把它扣掉，就减除呢在各该议案投赞成票的。就是你在这个议案投赞成票的就不算啊，其他就通通算进去，这样就不会有问题，这样在实务操作上会更加方便。
就是不是以申请者要这个，哎，对，就你要，而是以算人数啦，哈，算人数的方法，这个我同意了，只要讲清楚就好了。结论是一样，啊，这个我觉得讲清楚就好了。不过有一点，司法院是蛮诚意，他把三分之一改四分之一啦，这个就配合啦，好。对，我其实甚至说你要改的时候一定要投反对的，对的才能提，也是可以。我是说总要讲一个明确的，那我们才知道说，对，我们到底有没有他在立法申请释宪权利嘛？对，对对，立法说明就说的很有说的很清楚了。我觉得因为有发生上次那个哈，就是就尽量把它讲清楚嘛。好，那然后有一件事情就是这个四分之一应该没问题，然后。你说第二项，你这个没有哈，你要另外写是不是？哎、对对对，将来好，就是那个文字，等一下再给我们看一下哈，我们再 check 一下。有一个是我发现的问题，就是说，这边有一个就是法律啊，依法公布后逾六个月就不能再提这个释宪申请了哈。我想这个是。应该意思是说法律有一个安定性呐，哈，就是通过哈，但是我认为说这个想法，我有一天突然想到一件事，就是说可能不是说通过后六个月内，而是生效后六个月内。为什么？因为有些案子是说我通过以后是说一年后生效或两年后生效，根本还没有生效，也不知道会有什么不利的。哦，那时候也没有什么法律安不安定的问题。我们没，对了，我们没，不是每个法律通过就啊，对对对，那能不能改成说就是如果以生效后六个月内，有道理，好，就是说已经生效以后发生，大家发现就是哇，原来很这个事情很奇怪。委员的意思是说，有时候我们的法律的生效时间会定于一年后，不是即刻。那生效后。他六个月，实施之后觉得有问题，所以就不是公，就是不是通过，通过是三读通过，送总统公布嘛，啊、哦，但是总统公布之后开始实施，不见得就是在当日，是可能从半年后会指定一个时间，但多数的法律大概公布就生效了，但是有特殊的就会在说啊从。一年后开始生效，所以你们觉得这样怎么样？可以，可以，可以的。因为院长实际上会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当你是一年后生效，然后我们想要提释宪的时候，人家说，哎呦，这个案子连生效都还没生效，你就要去提释宪，好，就是觉得好像在闹事，反而会被人家觉得是你在闹事。好，那49条，我们就照。司法院的再提协商的建议案通过了哈、哦，对不起，来郭昌，嘿，几个事情请教一下司法院。第一件事情，你们在界定就其行使职权，那可以申请释宪成熟的时间点是什么时候？我的意思是说，如果立法院在审查一个特定的法律案的过程当中，认为这个法律提案到底有没有违宪这件事情，立法者在法案讨论的过程当中没有办法形成法的确信，或者是在你这边所规定的门槛以上的立法委员现在已经降为四分之一，对于这个法律案的合宪性存在有高度的质疑。那按照目前第49条你们设计的操作，是不是可以跟大家清楚的说明一下申请释宪的时间点是什么时候？对，这个第二个，你在第一款里面说，法律案依立法院职权行使法提案修正，于修正未果后逾六个月。所谓的修正未果指的是什么意思？从哪一个时间点被认定成是修过未果？
开始计算这所谓的六个月。好，好，来说明一下，好来，柯委员，要不要让他先说明，还是你？好来，关于第一个问题啊，就是法律案还没有透过立法完成，但是可能有一定的人数的立委认为可能违宪疑虑哈，在目前的我们的制度啊，跟法国不太一样，法国他们宪法委员会啊，是有部分的这个国家宪政顾问的这种作用，所以可以先去问宪法委员会啊。那我们这边是没有啊，所以第一个就是说，依照我们的这个制度来设计的话，法律案如果没有成为法律案哈，啊，不能够先去问大法官的意见呐，哈，这个是第一个问题了。那第二个问题就是说修正，魏国哈。这个大概我们可以想见，就是说你要去提案就被人家否决，啊，否就修就没有修成，就没有修成，应该是这样。那后面这个问题啊，在实务运作上，我看我们那个王处长有没有要进一步补充？好，来，请王处长。大概这个修正未果，就是基本上照我们秘书长所讲的这样的一个脉络，就看他在哪一个阶段走不下去了嘛，哪一个阶段很确实的走不下去的情况下的话。那就应该可以该当委于现在的修正未果，那这个立法委员就可以来申请释宪。刚刚秘书长在从违宪审查不同的制度所谓的比较法说明，我可以理解。我刚刚的问题是，从目前第四十九条的规定，如何推导出您刚刚所讲的那个结论？也就是说，现在在条文的设计上，是立法委员现有总额四分之一以上，就其行使职权，任法律未接法规范抵触宪法，可以申请。不得申请。那我现在的问题还是一样。在一个法案的审议过程当中，有四分之一以上的立委认为，你要这样子设计下去，我们就是认为会违宪。那你说在解释上面，他不可以申请违宪解释，这个我了解。我的问题是，按照你目前法律条文的设计，如何推导出你刚刚的结论？当然不能事先，这不能用糊弄过去的，你要讲清楚啊！你在法条里面到底是如何规定？没有办法得到那样的结论，这是第一个问题。好，那第二个问题，如果立法院三读了通过，那时候还没变法律，只要在总统公告生效以前都还没变法律啊。那我三读通过以后，总统也没有公布生效。譬如说，有的时候生效的条文我们会定期，一年以后、两年后，有的时候由行政院决定，诸如此类的。在已经三读通过到法律生效的中间这段期间，可不可以申请释宪？您等一下所要表明的法律见解跟立场，在目前草案上面的依据在哪里？第三个问题，刚刚王处长说，刚刚吕秘书长先说啊，那就是法案被否决了啊，法案被否决就否决了，一个被否决的法案生什么违宪的问题？那这里的修正未果，刚王处长给了一个模糊的答案，说啊就看不同的阶段。所谓不同的阶段，我就还是想不懂。经依立法院职权行使法提案修正，于修正未果后逾六个月，目前在本院操作的时态上面是有提案的，院我也交付委员会审查，但是很多法案常常没有见天日之一天啊，永远都不排审啊，那也没有被否决啊，就是在那边挂号，挂到看何年何月何日，
有一天心血来潮会受到青睐，才会被排审嘛。那我挂在那边算不算是修正未果？来，我想一下。好，柯委员好。我想有关于这49条哈，刚才那司法院有同意门槛降低啊，但是也要问这边的意见呐、啊，好像你们都在审查，我们这边都不必有谈话的样子啊。是吧，院长，你要主持会议的时候，你也要看一下，这边要不要回答？咱们这你敢跟你不也基本上门槛，我就看你怎么弄。其实只要他一下把终极答案讲出来嘛，这个要经过讨论，不是你在这节终极答案，你要问各党意见的。对了，你这样可以自己进为四分之一，你要听大家意见，你再去讲嘛。这个你提在法案是你的意见的，你的建议是四分之一可以接受了啊，但是要党团同意了。那当然。啊，你准备协商你在家挂得好了，你两党去挂就好了，民众拢没讲话换了。这个什么？这个不能这样搞嘛。大家进来讨论，对的，甚至四分之一是也要讨论一下。那我们当然可以赞成四分之一啊，大家讲一些理由出来嘛。过去的上一届的时候，民进党是提上四分之一，啊，是吧？过去恁一届，阮都是四分之一。老尾恁解放的时候送进来是四分之一，那是你们现在送来三分之一，是什么东西要讲清楚嘛？那。这是超额协商，不是你说完这样决，怎么都你这样决定的、啊？大家听讲，公共交通最好够嘛，也塞，我们对。哦，我是觉得我们不四分三之一已经都没有任何门槛的意义了，也不要说你本来提三分之一说，经常说啊，这视线很较少嘞，你是安尼想法嘛？那叫铁观。但是政治上领导他们讲四分之一，我们是可以接受，我们早期就四分之一的。我要讲清楚这个立场，各党要表示立场嘛，对吧？我们上一届是主张这样，我们这一届虽然人多，一定也是主张这样，这个是可以谈的嘛。接下来后面的，啊、哦，你不得申请这几个东西，我们都觉得很奇怪了。第一个，我这样问韩王国章问的一样，什么叫未果？哦，这你先绑这个条文都很奇怪，能够戒严令到紧急命令这些东西哈、哦，上个月一上个月就不能再实现。好，然后法定预算条约一共三个月不能实现。最后，立法院所为其他技术律师决议，立法院做那个决议，你决议三个月以后不能实现，这是在民主政治上是这样的设计，绑住所有事件的行使吗？那大家讲话清楚，你原因是什么？你要大家同样大家听有，那么该赞成再谁该赞成，这得。以下几款都要一一说明的嘛？什么叫我一直在看这魏国？我问，然后问后面的我们所有的助理，没有人看得懂什么叫魏国。那你要定什么？要怎么定？就是提案、修正。安娜红，你用时间绑，你就不能再来。发现有违宪的话，不能再来修正了、啊。你在时间绑这个，你这个是绑，是你代法官的案量会少一点，还是什么？要讲清楚嘛。为什么说经济有案经超过六个月修正通过后六个月以下都不太实现了？六个月以后，然后有人提出来还、啊、没有修正通过，立法院审查法案是有时候错这一届换到下一届去了，这样子你这样绑住着整个实现的门槛嘛？这个是严重的侵害到立法权的、啊。这是我觉得柯委员有一点讲得很对啊、哦。其他所立法院所谓其他纪律是决议，然后决议三个月要都不三个来实现，这是那民意放弃的时候怎么办？同意。哦，这没啥啊，你绑。我有一点哦，柯委员讲得很对，刚才国昌委员特别提到啊、哦，立法院的依照职权行使法的提案修正。也无过一大堆啊！都无过一大堆，大概拢六个月你啊，他也不可能提视线呐，因为六个月后搞不好就过了啊。不好，来问，明晚有没有过？不是过嘛，超过。我看这个
我看这个第一款的后面哈，那个我也看起来很怪，但是我这段文字让我想起了一段文字，就是许宗力院长在那个解释里面讲的，什么样的人可以提释宪啊？基本上，许院长的意思是有一些所谓禁反言的原则了哈，所以我们这边讲说未投赞成票的违宪有没有？我的。案例是这样，但是在学理上是说，你虽然当时有提赞成票，但是你后来反悔了，但是你不能光是反悔，你要用尽一切手段去忏悔啊！就是什么叫忏悔呢？我就提案要修正我之前通过那个法律，但是没有办法，就是没有办法过啊！这样子的人才例外的，虽然他在原来的案子是按赞成的，他是可以提释宪的，所以那还是没有错吧？好、哦，这个是生效之后了。对对，他不是一般的法律了，他讲的是还是原来他能不能提对原来那个法案的释宪啊？他虽然赞成，但是他后来想想不对，所以他有用尽一切力量，我提个修正案要改变，但是改不了。好，用尽一切努力啊，能修正未果啊。但是未果是表示还没有进入所谓的。不是不是，他是针对原来被释宪的那个案子。好、啊，那他是赞成的人，所以他原来是赞成的人，他原来是不能去对那个他赞成的申请释宪，但是他赞虽然那个案子他是赞成，但是他后来觉得反悔了。啊，而且你有对原来那个案子做一个修正，用尽力量去反对他原来的意见，但是未果，这个时候他例外的可以申请释宪。没有没有，那个其实这段文字我看就是、历来大法官会议解释关于立法委员可以申请的门槛里面有用到这个观念。嗯，这个要不要我看要说明一下，总统发布紧急命令一定要立法院通过，对吧？同意，那紧急命令发了以后，已经三个月以后，好、哦，就不能再释宪了。立法通过以后，超过三个月以后不能再释宪。这释宪是要追求一个国家现在理论上，包括民意上面一个终极的答案了、啊。你这绑这些是什么东西？我看不懂。然后立委所为其他技术一致法的决议是哪些？通过三个月、啊、那叫你立法院要通过任何要注意哦，通过三个月你不能再申请释宪了，啊，你这是什么东西？其他技术一直决议。When， 你看他的文字啊、哦，四分之以上，我觉得这个大我、哦、这个没有问题，这个、哦，没问题啦、哦，柯总召也特别提到啊、哦，尊重一下。哦，是，本来大家的主张也是这样子啦、哦，啊、嗯，你看哦，法律未皆规范抵触宪法者，得申请宣告法庭为宣告违宪之判决，但有下列情形不得申请。OK， 他是在规范这个，刚才讲你生效后逾六个月，这个有道理，这法案是通过的，嗯，搞不好赞成的是反悔，法律生效。赞成者他觉得这个法律好像有一点跟民意抵触，他所以他申请释宪，但是在后段依立法院职权行使法提案修正，我们是提案以修正未果，这个是倒对这个未果跟吴委员讲的是已经通过生效，他赞成，他觉得这个不对，这个意思已经在你前段已经把它包括掉，是他生效之后他觉得反悔，我可以提出修宪嘛、哎？但是他这个是未果呢，刚才国昌委员就是他后来要修正的那个案未果，但是不是他这个依立法院之前行使法提案修正未果、嗯，是表示我们根本就没有通过这个案子呢？是那是后面的案子，后面是你前面生效就可以。我用年改来做例子好不好？好、哦，假设我当时是，一般来讲年改生效嘛啊、哦。那在你第一的原来是可以提释宪的人是说我不是去按赞成，我是按
没有按赞可能可以、啊，所以这个在你第一个那个、对对对，那后面那个经依立法院职权行使这个规定，那魏国那个是指是什么呢？如果我原来年改的时候是投赞成的，对，我后来反对反反悔了，我就提一个修改年改法律的，啊、那个法案没有过，这个时候我也可以针对原来的那个年改的案子提出释宪，但是这样子没有。这样子每一个案子都没有通过，他每一个案子都可以提了。院长，院长，我了解。院长，不是这样的意思。我们应该从哦，上次是这次 OK 的。那你现在释完送出来版本，和现在大审法版本第五条，你改很多，你的原意先说明给大家听看。以前都没有这些嘛，这那再来讨论嘛。然后。我们俩所提的那一个有关于人数的那种算法，那是另外一个issue，他们加的嘛。这几个不同的东西先分析一下。啊，你从这是什么意思？我看无，对吧？你管那写呢？啊，这样边来到吃？啊，三七四人还边讲不要紧。最后表弟是讲什么？哎，这些新说，另外所谓其他技术力是决议，三个月后你未使来试卷。那你应该能不能把第一款、第二款、第三款、第四款，然后这整个柯委员的质疑，你们的想法要具体的说清楚啦。可以吗？啊，这个刚刚柯总他有特别提到，可能我表达的，可能比较急啦哈。这所有的案子当然是要我们所有立法委员共同决定的，释完怎么有权来做任何，我们只是建议了哈，因为，所以还是最终当然一定是的哈，一定要各党团立委哈来做一个决定了，虽然没有说要决定什么意思啊，可能刚表达的不够，表达太急了哈，那造成这个我们柯总召误解啊，这个表示歉意。那先就第一个哈，刚刚啊黄委员特别提到，就是说那个法律还没有修过的。可不可以释宪？这个好，这种条文从哪里看得出来哈？那因为在我们的条文49条里面呢、啊，它是这样子，就是说，就其职权行使，任法律未接法规范的，法规范已经它已经有一个法律的效果效力在那里了啊，才有了。那你如果立法院还没有通过，总统还没公布施行，基本上它还没有法规范的问题。好，哎，这样子。那这个跟刚才。公布后还是生效6个月有什么不一样？啊，对，就是要公布后6个月啊，所以你这个未果是多的嘛？哦，那是刚刚吴委员稍微提到，就是说，好、哦，不是，就是说，原来我是，譬如说在 A 的这一案里面呢，我是投赞成票，对，但是后来我要把 A 案修，对，那一样啊，这个生效后6个月内，我一样可以反悔啊，我不一定。投赞成的就不能提释宪吧、啊？这个跟哎对，请回到权力分立原则哈，做回到立法院尊重立法院的提案权的修法的权利啊！你这样把绑得很死啊！你这些东西到底让立法院把立法院阉割起来？你现在只是说是反对者才能够在生效后提释宪，哎，基本是这样。那反对包含两种情形，一种是原来。我就反对的啊，第二种是我原来赞成，后来想反对，但是啊，所以这个是在未果之内。哎，对对对，所以你要搞清楚啊。他不清不楚啦，我看。他这个就是第六个这个方向。好，所以没有投票的嘞。是，所以在条文里面写的不够清楚。他没有投票的嘞，所以这一次就有争议到嘛。所以你没有去投票的，那最少要在说明栏里面写清楚嘛。不然都让这样的条文出去了。对，魏国是什么意思？这个我第一眼看下去是完全跨不。你们现在讨论的都是投赞成跟反对的嘛？啊，你现在这一次我们有个案例，魏国没有投票，第一次看到这个名词啊，所以你也没有去把它解释清楚啊。魏国这个是一个啊，那个就从你们所提的这个法条看不出来说是需要反对的人才需要，因为你的条文并没有改说要
要这个投反对的，从条文看不出来。那第二个就是说，你的那个法律就那个不能够不得申请，那里就经依立法院职权行使法提案修正，那于修正未果后于六个月的一重，在你们原来的立法说明里面有写清楚，但是跟你们刚刚所讲的，就从你这个条文里面看不出你的立法理由所写的这样的东西出来。我觉得你们这文字是要再改一下，就你们的立法理由，你们上面有写说在八十。你们这里是讲说，对于府公布的法律，如认为能有违宪疑虑，可推定于其立法过程中未能遂行其所肯认之合宪意见，是应允其于法律公布后六个月内申请宪法法庭判决。那对于公布于六个月的法律，立法委员如认有抵触宪法之情形，应循立法院职权行使法锁定程序提案修正。就是说，如果他认为这个是有违宪，他就要在六个月内去提出给宪法法院判决。那如果超过六个月他不能够提的，他就应该依照立法院的职权行使法锁定的程序去提法案去修正。那如果说仍然他要去修正，但是修正没有通过，那这时候就允许他在这个所谓的六个月内，他可以去申请到法官会议解释。所以你等于是两个层次，一个是说他在六个月内申，如果法律通过之后公布以后六个月内你要去申请释宪。那如果说你超过六个月，那你就要自己地提出你的这个法律的修正案，那不是你们的立法理由是这样写的，不然你们讲清楚，因为我觉得大家的解读都不一样。这里，那我先讲一个原则好不好？好，来，我希望我们现在讨论很多层，就是宪政层次的问题啊，基于关于权力分立的原则啦，你使唤你罪，你使唤你代级，你唤你罪，你唤你代级，行政罪，你唤行政代级，议员也不可能侵犯到行政权，啊、哦。就一在法律范围内，行政院只要不违法的话，他是可以就行，好、哦、有其他行政权。我们今天要讨论的就是说，我们看到有关于同婚的议题，因为还没修法，你就可以去实现，被人家指导政策，这种叫就奇怪。你起码这样报给，以下三款、以下四款不可以提升实现，那种紧急命令或是这是东西。我们曾经戒严令是38年呢，你的戒严令或紧急命令，国家任何状况，紧急命令这个是要立完附属同意，总统提出来要立完同意才可以，立完同意了以后，超过三个月，啊、哦，立完通过后追认后一三个月以后再不可以提出释宪，这种造成的宪政危机很在，这很奇怪，很多这些这条案也是一样，我起码世界大变局了。啊，什么时候会让什么状况？你在这里绑死，然后变成啊，大法官在执政啊，你万一弄不好去啊，你该绑死底下该绑死啊，然后另外通过耶稣立的决议案，三个月以后就无来个变啊，同样也是一样，这真的都是在限缩立法院之前，国家变成大法官在执政，超过元首，那就哪有痛？这磕到不会，这马上冲天出来。但是都不必讨论的啦，能讲个原则就好了。修宪就修，释宪就释宪，你还绑了很多。把这个证，那几个大法官，柯文讲的有道理的。不然你不看的哦，阿妹另外一个，农民哦，然后拄着都个无熟悉的，啊，你要给他拍招呼，生意容易好诶。啊，这个大家思考一下，我们国家现在理论设计是这样的设计吗？另外完全被阉割了。假设一个，这个国家没有办法是，没有办法，任何状况都没有办法是，能否法子改变呢？假设一个戒严案，三个月后就不能释宪，那如果三个月后政党轮替，什么状况都有啊？啊，立法院的整个结构改变，那又不能提释宪，那这是很奇怪的逻辑哦。对于另外罪，你了解我意思吗？就永远都是戒严嘛。好，第二，刚才说六个月公告生效，我反对者可以提释宪，
那我们这个喂狗是给赞成者提示线，六个月实施三个月，立法院就可以修改这个法律，赞成者也可以变成反对者，我们都可以修改这个法律，也不必提示线。赞成者一定是多数，常常换来换去的。六个月内我们当然可以修法，为什么要提示线？搞那么久，立法院觉得我通过的法律，赞成者觉得不符民意的需求，他会提法律修正啊？为什么要示线？啊，当一个党用国会多数的时候，不管民进党或国民党，国会多数包括决定一个决议案。然后这些议员呢？我来讲一下他这个第一决议案和你什么关系呢？反对者有道理。他第一款这样写，真的文字上我们看不懂哈。那我。我对我还原一下，这个大概是从我之前看到的哈，不一样的，在603号里面，许宗力这个大法官讲的，他说申请人好，就申请释宪的人，原则上仍以系争法律表决时投反对票或至少未投赞成票的立法委员为限，至于。当初投赞成票的多数立法委员，如果想要申请释宪，并不是不允许，但需要进一步符合下列的要件，就是他们改变了他原来的见解，另行提出法律修正案，于修正未果时，使得为之。这样，他的应该，我就看到这个跟这个很像，哎，就是赞成者在经过修法。我仍然没有办法改变法律的修正，那时候你要在六个几个月，六个月你就可以提修。本来他是没有事件的申请的资格的，好，来，这个是根据那个那如果刚开始反对，我们都觉得这个赞成者觉得反对，到最后是有意见，立法院要不通过的机会不多了。好，不过来，黄伟。吴委员按照大法官依照过去的大审法所为的宪法解释，某一位特定的大法官在理由书里面想办法透过表达个人宪法意见的方式来补充当初法规范之不足那样的解释，固然有一定的见地，不过如果仔细看司法院这一次宪法诉讼法第49条的立法理由，大家将会发现跟刚刚吴委员所援引那一段大法官释字文里面的说明也完全不一样。那这个是我为什么说目前司法院所送来的这个法律条文，未来在解释适用上一定会出大问题的理由，因为如果大家调录音带出来听，会发现司法院秘书长针对49条的解释，竟然跟他们送到本院里面自己在立法理由栏里面所做的解释就已经不一样了，然后跟刚刚吴委员所援引的那个大法官解释的内容也不一样，你就单纯的从这个简单的事实就可以看得出来，为什么我说你49条的条文规定成这个样子，未来解释会出大乱子。我刚刚所提那三个层次的问题，事实上秘书长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给一个充分的答案，我就先放着，等一下有空还是想清楚了再来回答，顺便思考一下文字要如何的再调整。光从目前司法院所送来49条立法理由当中的说明，它其实把它分两段。第一段呢是在法律公布以后6个月内，你要去申请宪法法庭。那也不对啊，因为刚刚秘书长解释说，法律未接的法规范，如果你把它定位解释成是已经有法律效力的法律的话，法律不会因为公布就发生效力啊。它可能公布以后不晓得多久才会发生效力啊。啊，你如果要用公布当作起点，
那你对于49条本文法律未接法规范刚刚所表示法律意见的解释就是错误的，那你不可能如同你刚刚所讲的是以一个已经发生效力的法律，否则这个法律条文就存在了自己内在逻辑的严重矛盾，这个是在第一阶段会产生的问题。那他们所设计的第二阶段是什么呢？是说好了，6个月过去了，那你也没有申请释宪，啊，6个月过去你也没有申请释宪，那你要怎么办呢？那你就赶快努力的去 push 他来修法，啊，修正未果才可以申请宪法法庭判决。那我刚刚已经讲过了，在本院法案审理的实务当中，一个法案直接被拉出来否决掉的几率很低，不是没有，有嘛？其他并案审查的时候，采 A 案不采 B 案 ，B 案被封杀 ，C 案被封杀，我们看得到。但是在本院更常发生的状况是什么？提的法案根本不排审，放着睡觉。那我的问题还是一样啊，我有要努力要修正啊，我努力要修正，我也提案了啊，那现在被放着睡觉，那何时是？所谓的修法未果啊，真的会有修法未果是等到我卸任的时候届期不连续不再排审啊，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新的国会谁要来申请释宪啊？到已经到下一届国会去了，推动修法未果的委员不具有立法委员的身份还能够申请释宪吗？恐怕也不是这个样子。所以我再回到我一开始最原始的问题，这个条文到底要怎么样解释操作运作？司法院的脑袋到底是怎么想的？讲清楚了以后，我们再回来检验你们脑袋所想的那一套东西，在目前的法规范，你们所提出来的草案文字当中，是不是可以充分的契合你们想出来的那一套运作规范，来加以解释适用？而不会产生误会，这个才是整个大的。刚刚在针对这个条文在讨论的时候，一个最基本必须要处理的问题。好，吴委员之后，各位。好，那我现在再仔细看他49条的立法哈，立法理由是，其实我觉得是非常有问题啊，因为跟我讲的那个是不一样的，不一样的东西。我们讲的是提释宪的资格的问题。他的立法理由讲的是提释宪的时间的问题，就是说过了6个月以后，我如果还想提还想释宪的话是可以的，只要我提个法案，哦，就但是我觉得这个好像对于法的安定性是好像是有问题的，哦，所以原来我刚刚念那一段是解决说我原来是赞成的人，我可不可以也释宪，那是只有在你曾经提修正案未果的时候才行。好，但是他应该时间还是一定也是生效后的6个月内，哦，对，院长讲，要不然你永无宁日啊，对，永无宁日啊，对，啊，哎，所以他这个，我觉得他立法理由有问题啊，他应该是立法理由就是要在生效之后的这个，好，来，各位，我现在讲一个比较重点的哈。释宪，你一再讲等同于宪法的未接，释宪就等同于宪法未接，对不对？可是我释法律，我不是释宪法的。你释宪法律，那有什么宪法未接？是不是啊？我叫释民法就释民法，怎么等同宪法未接呢？看你释宪是指哪一点，是行政命令也可以啊。就那个怎么是宪法未接？但是就是它的适用范围是在哪里？这个是第一点。哎，是好，对不对？第二点，我们先厘清，所谓释宪就是说对法律有问题，一定要提出释宪，门槛当然不论了。OK， 我没有修法，没有立法，你先来再释宪，总共就是这样嘛。释出来结果变成指导政策呢，主要官制定政策，再决定国家方向，不是只有就同这个以外，只要以后都没有，两国可以。还没有立法就可以试的话，那你就大法官治国了。你什么东西管了？这第二个，第三个，
让今天跨境界四十九条，四十九条什么？任何法律未接，任何法律未接，任法律未接，法规犯了，抵触宪法。我们讲法律抵触宪法的问题，你现在继续扣钱，把这个前面那个未果不要讲什么，那个不论了。后面连戒严令、连紧急命令、连法定、连那个法定预算和条约案等等哈，法律完所谓的第七十一条的决议，超时间都不可以试。这个是补充宪法条款的，这已经侵犯到宪法法益了，而且另类的宪法征收条文呢，这是何等大事啊！宪法征收条要把哪一法律冻结什么东西，那是大事啊！你现在这个戒严令，这些都是宪法的问题呢。一共讨论东西，法律为这些问题来抵触宪法来，那你现在继续往宪法征收条走下去啊？补充宪法，宪法补充就做下去，全部一段给他干掉了。立法院关门，关门了、啊。要把个怎么弄？把个死你你什么犯？时间拢要把个死，犯罪国会过失暴力章不当的那个表决什么弄？三个月都免从哦。卡早无啊，这是阉割立法院啊，司法独大。啊、哦，我不知道这个现在谁在搞这个东西，连宪法的补充也行，宪法修正中全部搞干进去了、啊。这个但是这些材料都讲，来，周委，上面的情况，我家人能够讨论到了。好，周委发言完毕之后，我们这一条先保留。你讲条件不赶快的呀？那柯总那意思就不要限时间了，对不对？当然难的啦。那这样简单讲就是把这个都拿掉，单数拿掉。来，周元。好，谢谢。三书都拿掉。那宪法，你原来是三十五条变成九十五条，这是原来第五条。你原来第五条的法益和这里是十万八千里，他讲个道理出来嘛？啊，我唔难，我不通啊。啊，我不知道这委员会怎么大家没有意见呢？好，那个第一款应该就如大家现在认定了，就是时间的问题了。他的申请的释宪的资格还是要四分之一嘛，那还是要原来去申请释宪的那个法案那个课题嘛，这两个前提都是没有变的，就是你要四分之一，然后释宪就是原来通过的那个法案，只是说第一款里面它有两种解释情形，因为它用分号。一个是依法公布后六个月，逾六个月你就不能申请。第二个情形就是说，还要再加上这个前提：依法公布后逾六个月，但是如果你有依立法院职权、立法院职权行使法提案修正，那修正未果后超过六个月，你也不能再申请释宪。那如果六个月内就是可以，所以这是一个时间的限制啦。但它就是有两种情形，但是因为它用分号。会让大家把它拆开来，没有办法去做这样的一个连结啦。目前应该说文解字应该是这样子。我觉得有一个比较简单的方法可以把这个解开。第一个就是但书，但书整个拿掉，但是关于什么样的人可以投赞成票，对，那个就照那个许宗力那两个号解释讲得很清楚，投反对票的可以，第二个叫做至少未投赞成票的可以，好，就是解决了高金那上次那个问题，他没有投赞成票啊，好，第三种是虽然投赞成票，但是他事后有尝试修法未果，这三种，如果就是把。这样子的话，其实但书那个就那些就很啰嗦的啦，哎，你懂什么意思？把那个有资格的再讲清楚。其实这个主要是在讲那个资格，不是时间。那是另外一个问题。四四六零三就写字很清楚就可以了嘛。零三六三二，不过他都写在那个什么协同理由、协同意见什么的。第六单书全部拿掉啊！刚刚志扬讲那个是合理啊，那个就看是要在说明栏，还是要在哪个地方够他说明清楚啊？那都改过了嘛。因为你之前也没有四字那两个号码，我刚刚有印给秘书长看了、啊，那个就这个会造成宪法不可逆性的，违宪的不可逆的。就但
然后整个国家完全没有没法运转了，这种弹书这些弹书怎么可以？主席，而且先说立法院权力啊，针对志扬委员刚刚提到的，就是说关于这个反对投当时投反对票或是没有投赞成票哈、哦，这个人数计算的问题啊、哦，不用在本文条文里面去表达嘛。那个是在解释另外一个问题嘛，对，立法说明嘛，解释那个三分之一、四分之一的问题，那你放在这边反而混淆了哈、哦，所以这个第一个是这样子可以处理了，在说明栏里面可以处理那个所谓赞成或反对的人数，它有条文呢、啊。对呀、啊、对呀、啊，那在那边处理，我觉得不应该在这个排除不能提示宪的这个另外一个议题里面了哈、哦，这样会混淆。另外就是说。原来的大审法里面有这几个款吗？就是排除不能提示宪的这几个款，这四个款吗？有吗？这102年的草案是有的啊，但是大审法有没有通过啊？现行法没有。好，你看现在是这几个款哈、哦，被排除提示宪的这几个款哦，是新增的，等于限缩了立法委员提示宪的权利。也就是刚刚柯总召一直在，非常那个激动的在讲的，所以基本上我们的立场也认为，这样限缩立法委员提示宪的权利，只要超过几个月就不能提了。这个我们反对，通通四个款通通好了，这样子了去掉，这样子了啊、哦，那个秘书长。四个党团大概大家的看法就是说，三分之一改四分之一这一点有共识。那你们刚才包括人数哦，得以提示宪反对者还是没有投的人数怎么计算？你们在立法说明把它说明清楚。那弹书里面依照。这个603号的精神，你把它放在立法说明里面，大概就可以解决这一条的问题。如果做这样的修正，大家有没有意见？好，来，谢谢院长。我想请教一个问题：如果说我们把弹书全部拿掉，不管是法，因为法律跟这个戒严令是不同讨论的层次了，就是说，我们现在如果把这个法律的释宪的时间拿掉，那将来是不是这个法律永远就是处在说，它随时都有被申请是违宪的可能？那这样会不会就是这个不确定的状态？我主要是要请教这个问题。好，来，这个请秘书长回应一下。周思敏这个想法，我们大家讨论一下，也就是说，随时都被释宪可能。所以说，你立法院立的法案是一直延长赛的问题的嘛？他打条龙马被释宪，但是释宪你唔得快，事业成功无？对吧？有道理无？我打条来释宪，那怎么现在打？这是一定是有道理的。那释宪要写释宪文的，要去申请释宪，你这个些门槛四分之一人，咱台湾派也啊，无可能嘛，对吧？是不是这样？你要我想先生道理的时候，有时候时空转变会发现到这个已经在这个时代已经不符合的时候，当然会在法律上面去试嘛。那不然就修法，我们自己会修法，也把它修掉，所以没有那个问题啊。我们修法就修修掉。如果大家觉得这个法律案不太适合社会的需求，立法院就会修法嘛。应该不至于有重复提修宪这个。是有高度政治，你在打开病毒，其他的话是大概是天天在修法。另外，你看这，对吧？所以除非是少数党刻意限制啊，要干扰，所以故意提修宪啊，不然不会有人来啊，不然要不了了啊。你要不要说明一下啦？看这样的修正方向，今天讨论已经到这个宪政层次的问题哦。叫四分之一的门槛，所以我看到他连干单。刚不是信息大家拢笑去哦，后边会，这是国民党玩的。不过刚才我做的裁示，你觉得怎么样？你要回去跟习院长，然后帮你们再讨论清楚。我都决定了。那49条，那个各党团还有没有其他的意见？他们在审案。我是觉得来郭昌伟，显然嘛。这是大法官带漏条款吗？
这四个团不见哦。我可以讲话了。来，那个我可能秘书长还有司法院的幕僚，可能把我刚刚发言的内容回去再听一下。那可能我提的问题的层次，跟把弹书的情况删掉还是有点不太一样。那也没有关系，反正现在一时半刻在这边也不会有什么具体的东西出来，所以我诚恳的建议就是回去想清楚要怎么运作，想好了以后再把运作的方式透过明确的方式写在法条当中，要不然以后一定会出大乱子，这个就是我的建议。我建议一下。好，来，我这边来，柯委员在吴委员。好，来，我先看。好，来，吴委员。那如果说弹书可以不要的话，我是建议了，因为这个已经条文已经很简单了，主要就一个门槛，那我是觉得门槛的部分把它说清楚，放在条文里面，会比放在立法理由里面来的正式。你的四分之一这个门槛吗？对，就是这个本来就在条文了。没有，我说什么样的人符合四分之一？哈 ，OK， 那个既然已经有两次的那个理由书里面有，好，我们就把它趁这个机会把它讲清楚，因为毕竟立法委员申请释宪不是随随便便的事情，好，我想也避免以后大家再去争吵，哈，或者说是将来的。大法官又做不同的裁定，所以我们是不是把它写在法律上比较正式？因为弹书没有了就很简单嘛。就是反对者以及没有投票者这个界定嘛。未投票就是未投票者。然后再加看看要不要加，我觉得要不要加后面那个什么虽然投票站怎么样，那个都可以讨论，只是说我的意思说讲清楚谁可以，这样就好了。好了。就是在法条里面规定清楚，不要再对讲清楚，讲清楚。来，各位，释宪的适格性有好几种。这一讲，这也是讲立法院要提出释宪的门槛嘛，包括适格性嘛，也有地方政府的吧，也有行政部门的，也有法官也可以提出释宪。所以这个是关于立法院的部分。下清楚不要紧，刘志扬若讲下清楚，这大家拢用得到，不是什么人。什么拢会问题啊？也没有政党之分呐。那这份大法官释字已经释出来，你把这个写进去，我都那个都可以接受。现在是谈事件适格性的一部分而已啊。OK， 你在这里把它连宪法的补充都写进去，连这个啊征修条文的精神都写进去，超越了这个我们现在是要为法律未接的解释，你把它扩充到。哦，然后这样的绑时用时间来绑，我高度怀疑是为了减案，他明天就来要收了，对不？三分之一、四分之一，而且三分之一嘛是还较少的呀。咱大家不要排除这些心态。大法官一年才十几个案子而已啊，大法官同时有两个矛盾嘛，他希望门槛不要太高，让我们很多能够去解释宪，有的。事实上已经违宪了，但是要一定要门槛三分之二这种高，当然违宪变成还有它的变成合宪性，我们都很两边都来讨论一下没有关系。那这个弹书缘由是怎么来的？我希望你们回去想清楚，想清楚，你要再提出来哦，要想完后哦。今麦蒋中清为了他讲，你伫今麦交沿台湾的第五条之间，你做这么大转变。是要侵害宪法的法益哦，是要阉割立法院哦，你要了解。那好，啊，你总要看是要治国，你嘛就讲话清楚无要紧。以后无法都正常我来解释。这个都是造成社会性动乱的原因啦、啊。好，好不好？这样子啊、哦，想清楚好不好？三分之一要把握、哦，三分之一改四分之一，这个是共识啊、哦。那大家希望把弹书的部分，把它包括释宪的条件，把它明确化。好、哦，就是刚才吴志扬委员提到的啊，603号的释字案呐啊、哦、的相关的精神，把它写清楚。因为603跟632，它是写、哎、它不是写在、哦、它是写在协同意见书里面的理由书，所以没关系，所以并不是在没关系，我们就是把好。哦把它写清楚，
我最后一点问了哈、哦，上一届也有大乘法，上一届大乘法这一条是怎么写？我现在还一直说，有没有通过？我不知道哈、哦。通过。没有，那上届大乘法我知道我。没有这个单词。有没有这个单词我不知道。上届怎么有大乘法？上届大乘法实际是通过哪？说通过立法委员不可以当大法官，那是我主张的，因为以前就说立法委员哈、哦。声望卓异者都可以当大法官。哎，讲今天王明英讲话已经已经抹黑这种程度了，还有人来个声望卓异的？啊，立法委员那么难，你唔当去做大法官，我谈谈一场，这个就是求生而已啊，好不好？哦，哎，我们不要再因为这个已经用掉一个多小时了哈、哦，啊，我们讨论的大概方向都一样嘛啊、哦。那刚才各党团提出的啊、哦，也拜托司法院拿回去再研拟一下了啊、哦，大概意见。就是你要做这么多的限制吗？就是弹数的部分，那一些比较明确的，你就把它入法，而不是用四字来做处理。好，那你们就回去把文字做修正。下一次我们再看明天，如果我看这个情况，明天务必要再有一轮了，因为你现在一定没有办法把这个做，能不能等一下你们就斟酌嘛啊？所以49条我们就先保留哈。那这个精神大概司法院都有听到了啊、哦。来，我们进入53条啊、哦，是针对49还是53？啊，50不没有在保留的范围内啊，你们也没有提案呢、啊。我只是要确认一下说，在讨论的时候是不是有涵盖到，因为它前面哦，对，总则啊，后面分则那个条文。有点乱乱的，我再确定一下，以后这样运作起来才比较不会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好来，就是在延迟辩论的时候，看大本的那一本，必须要委任律师当诉讼代理人强制辩论，那否则不能够参与延迟辩论。这个是一个通则性的规定，还是只有在特定的脉络有这样适用？是通则性的规定，在第8条。这个是通则性的规定啊。哎，那你们50条说有诉讼代理人的话，其姓名、职业、住所或居所，所以你们的预设是说，他也不一定要有诉讼代理人。这个请委员看一下我们的第8条第一项哈，那第8条第一项是说申请的时候呢，其实是可以委任诉讼代理人，也可以不委任，好，这是第一个层次。那但是如果是延迟辩论期日的话呢，那就原则上就应该要委任律师为诉讼代理人，好，但是这个如果这个当事人呢，他本身就具有这个法官律师的资格啊，或者是这个所谓这个第6条第2项所称的这个相对人，就是他是关系机关的话，好，那或者是第3款，我们是另外被弹劾人，就是总统、副总统被弹劾人，他已经另外选任辩护人，好，在程序上已经足以保护他的时候呢，这个时候他就不需要委任诉讼代理人，就是当事人自己就可以来，或者由他的辩护人帮他担任这个诉讼代理人的这样的一个角色，我们是这样的行作。啊 ，OK， 好，这样子我了解，好，谢谢。那53条，我们就依照这个协商的结论通过。啊、那我们53条，它只是说明而已啊。啊，他本来就有一个结论，没有在保留之内，他是增加那个修正说明的一个说明啊，那个是要求他说明53条，53条在审查会是有结论。刚才你讲的49条，你现在讲的是50条，50条已经说明清楚，你没有意见吗？对对对，所以现在就进入53条嘛。那53条审查会是有结论嘛？那个司法院提出他说明，好，来，你修正说明，你补充一下来，好。这个在这个协商的时候，我们上一次就是在我们的第53条的第3项这个
加了一个除法律另有规定外，所以我们就为了这个除法律另有规定外呢，我们就在我们的说明里面啊，这个再加以补充一下，主要是这样子。那你做什么补充就请你说明一下，那要不然是就是在这个主要是在第三项哈，就横着法律就此有例外规定之可能，它是针对除法律另有规定外为这一句话在说明啊。对对对，那当然上一次还有一个事情，就是说关于这个检察总长哈，是在第二项检察总长是得依职权或被告之申请提起非常上诉，还是上一次是有委员哈，那是认为说是不是要改成应哈，那最后协商的结果认为是采取这个得是可以被维持的哈，那就是所以我们也在补充说明说检察在说明的第四点是说，检察总长如任确定裁判系依此违宪规定作成者，得依职权或依被告之申请提起非常上诉。是，以上。好，来来，黄伟。我大概确认一下五十三条哈规范意思，就是说，你们在平衡上哈，当 A 法规被宣告违宪的时候，你们允许提起救济的，只有依照 A 法规所做的刑事确定裁判，才可以让检察总长透过非常上诉的方式来加以处理。在其他的脉络里面，当一个法律被宣告违宪，譬如说是税法，那对于人民因此所科不利的处分，前面依照这个违宪法律所做的处分，我寻求行政救济败诉了以后，后来这个法律就被宣告违宪了，然后我不能够寻求救济，五十三条的规范看起来似乎是这个样子，我第一个是要确认是不是这个样子，那第二个是要请教，这样子妥当吗？第二个我要请教的是，你们提出来的理由当中新增的说明，你们在第五点第三项冒号说，为维持法秩序之安定，减少影响层面，源于第三项前段明定，除刑事以外的其他确定判决，其效力不受影响。那为横着法律就此有例外规定之可能，原并设除书规定，这是什么意思啊？来，前面请受理。我看不懂。这个关于刑事跟这个民事哈，它这个民事还有行政诉讼，把它就是刚才委员讲或是税法哈，这把它切割看待，是认为说呢，这个确实是我们是认为说刑事，因为刑事现在非常上诉也没有一个期间限制，如果被法律被宣告违宪的话，因为不能够容许一个这个当事人被一个这个实质上的不正义的一个刑罚受到这样的一个刑罚啊，所以其实容许他这个提起非常上诉，但是其他的这个民事上或者行政法上的这个法律关系呢，那基本上我们是参考这个德国的这个联邦宪法法院法的规定呢，就去不去影响他的这个法安定性哈，那除非就是如果法律还有另外的这个规定。对啊，什么叫做法律有另外的规定？然后原并设除书规定，什么叫除书规定啊？我都看不啊。除书就是除法律另有规定外。为并设除书规定，所以你这里的除书是什么？除法律另有规定外。除法律另有规定外叫做除书哦。相对于来，我再进一步请除书，我再进一步请教。我按照刑罚的规定被科罚金，罚了新台币100万。那个法律后来被宣告违宪，然后我可以救济。我按照违宪的行政法律，我被科了20亿的罚锾，
然后那个法律被宣告违宪，然后我不能救济。你可不可以说明一下，你这个区别对待的正当性基础到底在哪里？第二个，按照我们目前视线的实务上面是，你如果说是按照一个 A 法规所做成判例之解释，然后最后呢，适用 A 法规之判例被宣告的违宪以后，那在那一个违宪完了，大家还可以透过再审的方式来加以救济。那个部分的涉程范围是只有基于那个个案，还是其他的个案因为这一个违宪的判例所适用 A 法规之结果的其他确定判决，也可以在大法官解释公布以后的不便期间当中来去提起再审之诉？这个我记得应该是从4至188以下都是在处理这个层次的问题。你们要做这样子的立法决断，我不是反对，但是我只是觉得要慎重，要停下来，要想清楚，要跟人民做清楚的解释。如果我今天在坐在这边所提出来的这个问题，有两个人民跑来找我说他罚金被罚100万，可以透过非常上诉救济，然后我依照行政法规被科罚还20亿，然后那个20亿的法规后来被宣告违宪，我没有办法救济。啊，请问你们立法者为什么做这样的区别对待？我总要有个说辞给他，我不能跟人民讲说，请你去看德国联邦宪法法院法，人家就是这样规定的。我认为哈，我们今天谈立法院，我们在修法，不要一下讲德国，一下讲美国，讲台湾人就好了，因为你的逻辑根本跳来跳去嘛。没有，那个、一样要引用他们，一样他们，不要再框人民。我们现在一下有，我们现在19条、20条就是一样，一个德国，一个。我们现在的制度就是，咱这样讲哦，应该是按照公法清楚，他讲的有点道理哦。我一直在看这个问题，说你其他法规有规定者，有例外者，跟委员，你要把很多东西弄清楚。跟委员报告一下，讲全部讲白话文，哦，慢慢讲，两个道理译出来啊。好，是我们现在的这个确定裁判的救济。本来就分为刑事的，刑事它有再审跟非常上诉，好，那民事跟行政诉讼也有只有再审，没有非常上诉，所以照现在的脉络，就是说那个永远可不受时间限制，可以去可以去翻案的是限于刑事的非常上诉的部分嘛。那民事跟行政诉讼，它都有5年期间的，基本上都有5年期间再审。非常上诉没有次数的限制吧？非常上诉没有时间的限制。对啊，没再审呢？再审有吧？再审都有5年的限制啊。这是向来我国几十年来这样都是一直采取这样的一个刑事跟民事行政诉讼分离的一个救济的态度啊。这是，然后这也我刚刚只是说这样的态度也刚好是跟这个德国联邦宪法法院法是契合的，只是这样，只是刚才要补充这一句。那当然是我国向来就是这样子，不是这样啊，我们没有去变动这样一个。对啊，但是你的第三项是前项以外的确定裁判效力不受影响啊。但问题是，按照你刚刚所讲，我国现在运作的状况是。当适用的那个法规被宣告违宪以后，它本来就构成再审事由啊，是构成那个申请案件的再审事由，不会让所有的已经确定的案件可以变成再审事由。对啊，所以我刚刚就在问你要确定这件事吗？是。你对于那个的运作，你的解释是说，就是只有那个个案，然后能够提起再审救济，是，然后其他的个案。都不能够提起再审救济，是这样吗？是。等一下，我们这一届有修嘛？哈、哦，再审的理由哈、哦，再审的，然后再审理由，发现新事实、新证据，我们就讲普遍性原则啦。嗯。你那个谈的那个个案，要回到我们刑事诉讼那个再审的部分一并来看待。你懂我讲的意思吗？不好意思哦，那个我不是不愿意相信司法院啊。虽然过去在法案讨论的时候，
这件事情的信心的确有大幅的降低。那不过针对刚刚他所表示的那个法律见解，我现在没有办法形成这个确信，我要回去再找一下。理由是说，你要用再审时间法安定性去卡五年，我会觉得这合理的。但问题是说，当一个法律被宣告违宪了以后，在个案救济上是只有当初申请的可以救济，其他的通通都不行。那理由到底在哪里啊？你要去维持它的法安定性，就有五年的时间卡在那个地方啦。那你就这样子的运作，然后到刑事诉讼的时候是其他的通通都可以，然后到民事跟行政诉讼的时候，其他的通通都不可以。我对于做这样子的立法决断，我还是有我的犹豫。哎，对，这个都是人民的权益，不管是民事还是刑事。来来，那个秘书长，你有没有什么回应？这样的结果其实是过去大法官解释一项的一个见解，就是仅急于个案呐。好，那因为一个法规如果判决违宪，那所有适用这个法规的案件啊，过去的裁判都能够再审啊，那不得了啊，那案件现在不得了。但是人民的权益会因为它是刑事跟民事而做区隔呢？你了解我意思吗？黄委员的意思就是这个样子啊，因为不管是民事还是刑事，都是他的权益啊。啊，反而刑事可以，反而民事，这个大法官做这样的解释，我们就把它入法。啊，这个黄委员讲的也不无道理啦，这个有一点。对了，一个罚金，一个罚款，就效果就不一样了。这样是有一点那个了。这个当然，因为刑事是那个比较严格，涉及人身的自由等等的剥夺了哈，在法的性质上面比较，所以在刑事里面呢，非常上诉是有利于被告，给予被告，不利不给嘛。这个、有特殊的不同立法。对，民事因为他是两造的当事人呢，哎呢，所以这个我们这一条本来是条文是没有意见，是说明没有说明清楚。那现在黄委员有特别的提出这样，你也做这样的解释嘛啊？不然你这边要保留还是你觉得？就保留吧，没有。第一个是好，我再讲一次啦，我没有全面的否定。你们做这样子区别对待的可能性，但是要我形成这样子的确信，就这样子过了。除非我把自己界定成只是投票部队，要不然这件事情就是要思考嘛。好，你刚刚说刑法有涉及到人身自由，一般的情况是这样没错，但是我就要再提两个脉络的问题。第一个脉络的问题是说，那罚金呢？罚金你要不要让人家处理？你如果罚金让人家处理，要罚款不让人家处理，我的问题还是成立啊。你区别对待的道理是什么？那第二个，你如果是涉及到人身自由与否的考虑的话，在民事制度里面也有管收啊。你管收基础的条文如果后来被宣告违宪的话，那之前因为这样子的条文而被管收的人，他可不可以对于他管收他当初的裁定来寻求救济？因为你把我管收了这个条文限制我的人身自由，后来这个条文也被宣告违宪啊。那我针对已经被限制人身自由这个民事管收，当初所做的裁定一旦被宣告违宪以后，那我事后可不可以寻求救济？这里面当然就是说譬如罚金跟罚款呢，因为罚金不缴呢叫那个可能役服劳役的，那个是一种国家强制力对人身的一种限制啊。那管收呢，跟一般的这个，譬如说被抓去监狱服刑啊，它本质不同，就是说管收是因为欠债不还而已啦。好，他的行为没有反社会性啦，那只要是犯罪，都认为是反社会性啦，就是一般的伦理不容许，所以在刑法上面是特别的严格啦。好，这样子。我了解了，你就是因为有轻重嘛，
轻的就啊，重的就比较慎重，所以让他有视线的机会这样子的。啊，这一条这样子的啊，53条我们就保留，但是说明栏还是再请各党团，尤其是黄委这边再想一下了哈，看文字怎么修正会让它更周延呢？说明栏的部分嘛。嘿啦，这53条是说明栏的部分。嗯。说明啦，说明啦。交内容的问题吧。好，来，作为。其实53条，我个人也是有存有像黄委员那样的疑虑，因为非常上诉的案件是非常少的嘛，而且大家现在也在讨论非常上诉，将来还是跟刑事的再审是不是要变成一个制度嘛？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就是说现在我们去申请释宪的这个效力只基于个案。那很辛辛苦苦打的一个释宪案，那事实上它的效力只基于这个个案。那其他的案子虽然也可以适用，但是也不能超过再审的期间那5年嘛，是不是这样子解读？那可能它的面就没有那么大，所以还是回到政策的问题，就是说我们已经去打了一个释宪案，那也宣告违宪，但是曾经因为这样的一个违宪的法律适用到其他人的判决，我们要不要给他救济的机会？我想还是要重新慎重的来面对这样的一个决定了。这个除了刚刚提以外，另外再补充，因为我们在这一部新的诉讼法里面有裁判违宪审查了，在个案的当事人他跟过去只要只能够透过大法官申请解释以后，然后才根据解释去再审或非常上诉是不一样的啊。那现在还有一个救济的制度。个案的当事人对于这个确定的判决，他也可以申请大法官再次的宪法审查，所以这边是放宽他的救济的途径是很广啊，哎，这样。好，那么还有没有什么特别要表示意见？没有的话哦，能不能哦来一位？想要再请教秘书长，你刚刚讲的是说宪法诉讼，所以刚刚顺着大家的讨论，就是说好，今天大法官会议做的解释出来，那对个案他本身就是他就可以申请再审，那你说其他的都是用那个法律，但是他已经过了再审期限，如果说他没有过再审期限的，可以再申请，可以申请再审吗？不行，也不行，那就是 no 嘛，那。就他还在再审期间，但是也不行。他能不能用说大法官会已经做了解释，那个所适用的法规是违宪的，所以提起再审，不行。你要不要讲清楚啊？来，他算不算是适用法规鲜有错误吗？对了，这算不算适用法规鲜有错误？所以就是说呢，就是现在委员垂询，就是说这个别人的申请释宪的效力，可不可以给予我这个确定裁判的这个受裁判的人，这个可不可以去提再审嘛？那答案是不可以嘛？那基本上来讲，就是说如果每个人都可以等着别人的再审的每个人的释宪结果，然后来造成我将来可以提起再审的话，那大家就不会这么的。就是自己来申请释宪，就等着就好了。那也就是大法官就向来是对于来再审、来提起释宪案件的申请人哈，都无论如何都会现在就是等于说从客观秩序的维护到一个个人权利保护，在对于个案来申请个人来申请释宪的案件里头呢，那大法官这个无论如何都会给他一个救济的这一个管道，不会让他释宪有理救济无门。好，那基本上大法官是处于这样的一个脉络。我在讲啊，就是，所以你们现在这个是只有限于个人申请释宪，没有包括机关申请释宪，是不是？这个我不是3条是一个通。对啊，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就讲一个例子嘛。今天立法院通过一个违宪的条文，生效了。然后隔了一段时间以后，在你们现在锁定的法定期间当中，立法委员去申请释，少数的立法委员申请释宪啊，说当初是多数暴力通过一个违宪的法律，结果大法官宣告违宪。那按照你们现在分割的，就是说案件已经审理终结了，你也没办法救济，你就摸摸鼻子，眼泪往肚子里面吞，
然后咒骂通过当初这些违宪的立法委员，然后还没有终结的，然后就可以来救济，然后已经终结了再来区分，如果是刑事可以救济，啊，其他的不能救济。你们现在描绘出来的规范体系就是这样，而我没有说你描绘出来的规范体系欠缺任何合理的基础，我从头到尾都没这样讲。我说我对你们这样规范的可能性，我还是保留的空间。但是我现在就担心的事情是，就这样子下去好吗？我真的需要时间在思考。这个不是声明啦，哈，我们谈。曹伟先生已经让就决定不是十秒，说保护时间在思考，另外一个刚刚那公开清楚，要不要回溯的问题，也有这个问题嘛？我们各党团也可以提修正案呐，哦，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再等司法院回去哦，再把一些资料重新整理再送过来，这时间都会延宕啊。不妥的地方经过这么密集而且都这么专业的讨论啊，司法院也应该知道委员大家的想法，基本上不要把人民的权益啊比较更啊透过这一次修法更限缩，这跟司法的改革是方向是违背的。司法改革是希望能够受冤屈权益受损有更多的管道可以救济，包括视线，那我们都怕案件多，我们尽量来限缩一些条件，要把案件数缩小，这个方向是好像有一点怪怪了啊、哦，所以53条我们还是保留了哈，好、哦，基本上再想一下了哦，能不能你说的除法律另有规定外，你的说明栏里面啊、哦、能够救济的部分应该。哦，将刚才委员特别提到的几个重点，你给想一下了，好不好、哦？好，53条啊、哦，我们在说明栏部分就先保留啊、哦。来，再来54条。54条保留的部分是。院长，好，来来，一位54条的部分最主要是说定期失效了。刚刚是讲说大法官宣告立即失效，那它的结果到底是要影响到什么样的层次？那刚刚讲的是说，受申请大法官会议解释的那个，他可以去提起再审，那其他的就没有救济。那刚刚在讲说到底妥不妥当的问题。那54条呢，在处理的是说。大法官他不是宣告立即失效，他是宣告说定期失效。他说这个法规范本身呢跟宪法精神有违，但是呢他譬如就像好，他说这个立法院应该在1年内，或是行政机关应该在1年内或是2年内去调整去制定法律，然后呢就是说如果届期你没有做的话就失去效力，那这个定期失效。那现在这里就是说好，对于这个定期失效在这段期间所谓的1年或2年这段期间，那现在细数中的案子到底是要依照大法官会议的解释，因为他已经解释说这个法规范有问题了嘛，所以呢法院是要继续用这个有问题的法规范继续去审理，还是说他应该要停止审判，等到你新的法律出来之后我再来审理。那现在这里就说司法院的这个他的提案呢是说就是原则上还是要用旧的继续审理，那如果法院觉得不妥的话你才把它停止。那我的版本是说你应该停止，那如果说特殊的情况，譬如说我今天停止可能会造成很大的损害，那这时候或者说双方都同意继续走，那这时候呢才就说继续就是用旧的法规范继续走。那所以在这里呢就是这两个，就一个到底是原则要全部停止，还是说原则继续用旧的审理然后例外才停止，主要我了解了解。司法院的有没有特别的意见？一位刚才提出了这个概念，你们觉得呢？就是定期失效在那个期间还没到之前哈、哦，司法院是认为说它还是有效了、啊，这个法律还是有效。对、哦，所以还是原则上要按照原有的法律，原有法，但是法官可以审酌情况、哦，
来用新的来裁判，这是司法院的看法，因为还没有失效嘛。那有委员的意思是说，啊，既然定期失效了，应该叫就用将来要定期失效的法律来现在判了，啊，就这两个不同。但是我们是认为说，既然定期失效不是立即失效啊，在期间没有满之前，其实它是有效的法律了，啊，那法官还是要根据有效的法律去处理。那为什么要这样子？因为定期失效呢，经常是大法官会说，你两年内呢要有立法机关的订立很多的法律来处理，那立法机关有它的形成的空间呐，啊，啊，你叫法官呢，现在就代替立法机关去做一种未来的形成哦，有的时候法官的资讯没有像委员这么多了，不见得是好了。好，这样子。OK， 那一位他这样解释，我的意思比较不是说就是依照大法官会的解释，是说先停止啊。我知道了啊，他说他不是照原有的法律可以继续进行吗？因为这里就其实就牵涉到刚刚讲的嘛，我们在这个刚刚53条，就是说今天大法官宣告这个法规范违宪，然后呢，对过去已经被判的要不要给予他？我们刚刚觉得说是原则上是不急嘛，可是大家觉得说那这样公平吗？去申请呢，他可以救济机会，没有申请就没有。对对。那现在这里就说好，大法官已经宣告说这个是违宪的东西，只是两时间还没到，那你就把我判了，那判了之后。又改了以后，我能不能再提起大法官会议解释，还是说我能不能再提起再审？嗯，我了解。啊，一位人讲的也有道理啊。啊，你们觉得这个自爱难行的部分，就是你刚才讲的那个问题吗？对。另外，第二个虽然大法官会讲说这个法律定期失效嘛，哈，啊，定期失效就完了以后，到底立法院会用什么样的内容来形成新的东西？好。有些时候是很难掌握啊，很难掌握。那甚至于说立法委员呢，是不是一定会在失效的法律就马上定？不一定。像我们过去违警法法，大法官宣告违宪已经几十年，那立不出来啊，立不出来等等。那假设我们这个案子啊就停下来啊，因为每个案子都有对立的两造嘛，这样子，这个理论两边都可以了。但是我们是认为说，既然这个法律新法律还没有出来哈。按照有效的法律去处理啊，对于纷争的这个解决比较及时性的。将来接下去有委员有问一个问题吗？可不可以事先要再审嘛？就是将来。对，一度要问啊，那叫大完事件释出来，有的是马上失效，有的一年要那好要两年，也有大完事件形同纪文的也有，530就是530两年内要修正嘛。在立法里面，国民党那时候不修，说是司法裁判嘛，对不对？那后来那个也没有修法，所以我们要综合来看待。那现在在一叠性的案，对不？那找他用旧的法律去审，那将来提再审，就提再审嘛。因为如果你联盟就问这公。可不可以再审嘛？那不如停止审理比较好。目前呢，目前的状况呢，目前也是有定期失效的法律啊，还是继续审嘛？还是可以裁定停止审理？现在目前这个定期宣告失效，就是大法官经过他，其实如果是，其实是跟各位报告是说。如果是那个比较干预性的哈的法律的话呢，大法官只要能在可能范围里面，他会尽量的宣告立即失效。那只有在非常不得已的情况下，可能是需要立法院立法者哈，那去形成那个法制度的时候，尤其是在规范不足的时候，那才会去给一个这个定期失效的这样的定期的一个时间嘛。那所以就变成说，就是说任何的法律关系，当然如果是刑事跟这个行政罚的话，我想说可能大法官会，应该会尽量朝向于这个立即失效就去处理掉。只有在说这个在民事或者其他法律关系是涉及到两边的关系的时候，好，那这个。那当时我们当下在之前，我们所你现在是产生法律争议才到法院来嘛？那当时我们适用的这个法律是这个样子，而且到目前为止，即使是大法官解释完了，还是没有去
否定这个，就是说没有让这个法律失效的情况下的话，那基本上为了维持法案定性，应该要让它继续的用下去啊。那这个，所以就变成说，除非呢，这个要等待像这一个法，就像之前那个空气枪的那样的一个，就是可能是要等待到底要怎么处罚。所以那永远问题都会集中在比较干预性的这个法律的这个违宪的部分。那但是我们考量说，其实很大量的民事啊或者行政法的关系啊，大概大家的法律关系的形成是我们法律关系缔结时的那个法律，不可能到这个大家都把法律关系停摆放在那边，然后等待将来，好，将来未来，这个一年后或两年后，那甚至于其实有的时候因为修法的困难，哈，那即使有的时候过了法律那个修法期间，还是没有完成的也很多。那再譬如说像都市更新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那就法律呢，其实它就是可能是一个对于这个对于这个都市更新计划，或者是这个计划本身，或者对于权力变换计划有意见的当事人提起的一个诉讼。好，那这个诉讼呢，这个不是只有这一个这个诉讼关系里头涉及到可能几百个人、几千个人的这个士族的居住权。好，那这个诉讼里面固然我们要关心的是这其中的一位的这个的财产权跟士族的居住权，但是同时跟他在一起，在一个都市更新范围里面，其他那个关系，其他的人的那个法律关系，我们是不是一样要去关心？那是不是在这样的情况下的话，会为了一个而且大法官如果在没有去宣告这个法律是这个就是说立即失效的情况下的话，会不会要让这个几百个人、几千人的关系，好，那就至于一个停摆的状态以上？可是你那样也判决不下去啊，叫法啊，对不对？他也判决不下，谁要被判啊？在这个状况下审理的案件，法庭也审不下去啊，谁要照旧法被判？这个你当下就有问题啦。就是说，一个法律是不是只有一个人去适用啊？就是说，当今天如果是说这个，当说这个就说像比如就刚刚以都市更新这个例子来讲，说它可能是一些这个正当程序的没有的不足，大部分就是这定，我刚刚有跟各位报告，就是大部分都是定期宣告失效，大部分都是因为规范不足而造成的，比较多是这样的情况。好，那这个当然这个规范将来怎么样去建立一个完足的规范是向后事情。那是但是这个过去已经发生的这些法律关系，还是希望它能够有一个比较还是大家来法院就是希望能够得到一个解决嘛。那这样会把所有的这个法律关系都僵持在冻结在那边，那是不是一个很好的制度？这就俗话嘛，好，来我讲一下好不好？你刚才讲杜根嘛，杜根有几个条文被判违宪，对不对？那到现在立法院还没有修，对，但是呢，后来杜根施者就照法律判的那个去处理，照那个法律大完事释出来违宪的部分，他把就照大完事解出来释出来的条文精神去处理后续的杜根程序，这个不会有问题嘛？因为这个前期义务冲击很大嘛，所以没有人要把不确定性永远拖着吧。所以虽然我们杜根上一届有二十几个条文出来，这届我们杜根条约还没修，但是杜根也是被判，有部分条文被判违宪的，哦，但是还是在适用哈，哦。另外一个，法律上有个名词啊，罪证有疑，立归被告，对，这法律上，这是罪证有疑的话，对被告要采用对被告有利的部分来的，那是何况被判违宪的，判出来的。哦，虽然没有立即失效，没有立即的问题，有时间性的问题，但是法院还在细审，那当然对于人民非常不利嘛。那大家想清楚啊，你连罪证有疑立归被告都，这是法律上一个很通则性的问题了。来，好来，请委员考虑，就是说没有关系，再打情况来。如果我们今天至少他可以再审吧？对，没有那个委员是这样，就是说。
大法官他们的就是目前他们的释宪实务的行硕，他们就是大概就是说，如果能立即失效的，就他们就尽量宣告立即失效。但是有一些考量的哈，那他们认为没办法，实在是没有办法立即宣告立即失效，他才会做定期失效的这样的一个宣告嘛。那就是说，如果今天我们只把54条行硕成一个跟立即失效差不多的一个效果的时候，那我们就回归到大法官解释为什么有立即生效，有定期生效，二几年、冷年，他怎么去判断这个东西？这个就是他这个就是一个高度的这个宪政上的一个事件的一个智慧 就是说基本上来讲，就是说根据历来大法官解释，你的智慧到实际案例的时候，会有人有挑战吗？就是基本上来讲，大概不能够造成一个法律真空的状态啦。好，那当然是说，如果是像干预型的，就是说可能是去刑罚啦、行政罚，那个我刚刚报告过，他大法官一定会采取一个，这个尽量采取一个立即失效的态度嘛。好。那对，但是对于法律关系这一部分，哈，那就常常是因为规范不足而宣告这个违宪的情况下的话，那就是还是要有待一个时间的去形成、去补足嘛。那对于一个过那对于民事或者是行政诉讼来讲，它都是一个过去的法律关系，然后发生的争议，然后来法院来请求救济，然后现在说啊都不能够处理，要等待未来的法律关系。可是当事人其实预见的其实是他所能够判断、所能预见的是当时那个法律关系啊。对了，司法院讲的也有一点道理啦，有一点道理啊。这个议员坚不坚持？我会觉得这个部分其实跟刚刚的53条其实是要一并来看。就如果刚刚的53条，也就我们说，反正就是立即失效的话，就只有救济的个案你能够救济，那其他的个案你还是没有办法救济。对哦，如果是这样一个线的话，那当然今天大法官宣告说我定期失效，那因为我时间点就拉在说2年后，那当然就变成说谁叫你要在那个之前，就变成说这，我想这变成是一个政策的一个决定了，就是说你到底要救济到哪一个程度嘛，对不对？因为刚刚讲的是说，如果我们从公民争议来讲的话，哎，你大法官已经宣告这个是违宪了，那过去的为什么只有申请的那个人可以救济，其他人都不能够救济，嗯，对不对？那如果要把它扩这么大的话，那当然这里说立即失效，你已经是一个失效的，你当然对不对？现在就不应该再继续审理，那用一个失效的，用一个违宪的东西继续审理嘛？就如果我们要把它扩大的话，就应该是这样子。那如果说我们觉得说，就基于这个法的安定性，那也没办法，因为所有的法律总是要拉一个时间点，那这是一个立法的一个判断，那所以我们只能够拉这个时间点，就是说大法官宣告立即失效的，那就是你有救济的这个救济，那其他的非常抱歉，就是过去的就已经过去了，所以你没有救济的方式。那同样的立即失效，那也是因为就是我就是规定2年，那在这2年内，对不对？那也没办法，就是这2年内用原有的法律啊，就会变成用原有的法律。这2年内就这样，用诉讼干扰给拖了，用诉讼策略干扰，因为他不会让法律真空嘛。啊，来那个方伟。我老实说，如果定期失效的制度你们还要继续维持下去的话，大概就我该怎么说呢，也没有办法。我自己是对定期失效的这个制度充满了困惑，一个法律大法官已经认定是违宪了，然后但是现在还没有，但是现在还让他继续下去，我们过2年以后再让他丧失法律效果。对于这种宪政秩序，我是充满了高度的困惑。但是回到这个问题哈，你如果现在采取的是原则上不停止、例外停止，那你就必须要承认一件事，那件事情是停不停止审判程序会对当事人的命运造成很大的影响，这件事情必须要先谦卑的面对。好，在这个出发点上面，那我的问题就来了，停不停止这件事情是法院完全依照他的职权做，
还是当事人能够有申请权。那第二个，如果当事人有申请权的话，对于法院因应当事人之申请所为之裁定，我有没有救济的管道？啊，譬如说啦，哦，现在我的案子在地方法院进行，我跟法官讲，法官啊，拜托你哦，停止诉讼程序哦，我要申请停止哦。那这个时候，法律上面的设计会影响到法官接下来可以怎么处理我。你如果把它界定成是这个是法院依照职权来处理，当事人没有申请权，那个法官可以把我讲的话当作空气，对我的申请他不需要为任何的表示。第二个，如果是我有申请权的话，我申请法官你就不能够当作没听见了，你准不准这件事情你要给我个裁定啊。好，那如果我有申请权，法院也做裁定，那针对法院所做的这个裁定，我可不可以说，因为我在一审程序的时候跟这个法官法律意见常常相左，对他指挥诉讼严重不公，我常常跟他大小声，这个法官看到我就讨厌，所以对我的申请直接裁定驳回，那我可不可以向上级审法院申请救济？这些事情很重要，因为在你们的这个制度下面，停不停这件事情会对当事人的权益造成重大影响，这件事情必须要先承认。在这个基础上面，我们来思考，即使我同意采取你们这样子的规范模式，是这件事情的控制权完全这个法官说了算，你也没申请权，还是说好我让你有申请权，但是还是我说了算，我做的决定你不高兴，你也不能向上级法院去讨公道，那就这件事情不晓得司法院的立场是什么。这个当事人要不要有这个申请权哈？这当然，如果以目前的诉讼制度哈，裁定停止没有给当事人申请权哈。不过因为在这个案子里面呐，裁定停止没有申请的，法律没有说当事人申请裁定停止了，啊，应该是没有了。然后，如果说因为这个案子哈已经定期宣告哈违宪了，这个法律在现在就是有一点点。有点点被挑战嘛，哈。那刚刚黄委员提到说，那就给当事人申请权，好，法院再进一步来审酌，这个在政策上是可以考虑的。哎，那刚才一委员的他的质疑跟他的条文的修正，你觉得你们的说明，一委员是有意见的嘛，哈？那54条，我们先保留，你们再沟通一下啦。爱将各啊委员的意见质疑，能够尽量来说明清楚啦。好，因为他也是针对在审理中突然法律效力终止，好，相关的问题嘛，这权益问题啦。好，委员，你看安那安好不？各沟通一下啦。也不要说现在，因为哈，我看我们今天这样了，我打算这样子了，今天到6:30，我们大概协商一段落了，那明天报告事项结束，进入讨论事项，这个是第一案，那我们大概明天有1个小时的报告事项，那11点我们就处理没有意见的6-7个案子，那下午2:30。我们再来协商这个案子。对呀，啊，下礼拜二下午我们再来审理啦。啊，那大家就什么时候该出席就比较清楚了。好，啊，我相信明天下午2:30，我们就在第二轮把未讨论的包括第二轮把它做。明天2:30，我相信我们在讨论到5-6点应该会有结论。没有结论，下礼拜二下午，哦，我们进行这一个法案的审理。有争议，我们就进行院会处理嘛，好啊，没有争议，我们就先读过嘛，好，我这样处理好不好？好，时间的安排啦，okay, 大家心理上有一个谱啦。这现在我们在讨论的很多东西都没有很深刻哈。所以唔大讲，今日
我明仔载，我大家去思考一下。时间，卖讲当时已经要表决，不要紧。来，嘿啦，反正我们认为这个把它妥当想清楚，想清楚没有关系。因为这个好不容易多久才会提一次，再修这么大的案子哈、哦。这个就是说有关于民间程序的问题，因为是摆第一案嘛。既然那无处理，后边拢免处理嘛。所以我们今天曹委员同意之后说，这个案子可以，这个可以轮的嘛。来，也有来有去，好，我们一定要先处理这个程序，不要第一案没有处理的话，后面几个简易法案都不会通过。在协商之后再处理，然后就进第行第二案，对啊，那个没问题了。同意之后可以回头过来，就再好好谈，没有关系。你即便下礼拜二要处理也可以，好，明天然后今天讨论到最后，明天再讨论一下，没有那公委都可以，一点该处理了，处理了。对我们这样就大概，这漏点可能是礼拜二下午吧。我们大概就是同样这个会，这一次会，因为明天跟下礼拜二早上是行使同意权嘛，哦，那下午我们就没有议程嘛。那我们啊，明天的议程大概有六七个不需协商的嘛，哦，我们就把它完成。那这个案子明天就是协商之后再行处理，下我们就明天下午两点半，我们再来。这个案子最做第三次的协商嘛，好，因为我觉得今天要把这个这么多，而且我们保留条文上面还有个六条啊，今天真的是要时间让大家回去想一下啦。我觉得今天要处理这个案子，包括刚才的53条你们的说明，包括保留的49条黄委员的疑虑那个弹书啊，哦，那现在国民党也提出一个修正案件，好，那这个。你们要拿回去，好好的各党团拿回去看哦，这一些修正案件、修正条文、修正动议符不符合大家的看法？因为这个没有政治意识形态的对立，只是哦要把它修得更完整，哦，所以各党团没有利益冲突啦。你看我们协商共识这么和谐，而且大家在讨论这么理性，所以我们也不急着明天早上就一定要处理啦。让3-4天的时间，司法院哦听过一遍，回去你们自己做一个检讨，也跟你们的院长啦，啊，哈，哦，做一个报告。然后私底下如果哪一个委员他的一些想法，你们觉得有说服的能力，你们也大概是哪一条是哪一个委员比较重视，也去沟通一下。那明天下午大家再协调就比较容易啦。那再协调不成。至少到礼拜二还有3-4天，可以好好的来各党团私底下还是你们再去沟通，那处理就容易了，好不好？好，我相信哈，哦，我们现在在协商哈，哦，我处理听下应该是十万以多少观众会看啦，啊，哦，其中也在院长也在看啦，我们这个法案是经过行政会审对不对？哎，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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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所以没有经过我真的会选，就是你大方的意见嘛，哦，由于49条，我们今天谈的也很严肃，我认为那个有宪法上的偷袭的问题，赞同，好不好？这个可多条，以他这个东西，大家再整理一下哈，因为15万法律问题，其他万一刚才所谈的53、54，那个有实务上的问题，我们尊重，到时候来公告买不要紧啊，但大原则上要想清楚，我希望你们回去也跟。之外，大法官他们，你们再谈一谈呐，好吧？是，刚刚那个，柯总大提，尤其是49条啊，因为各位委员都提供很多高见了，我们一定会很慎重再评估看看的哈。那希望能够这个法案呢，那么顺利的完成。阉割立法院条款嘛。好，我们54条啊，哦，我们得保留，我们进入59条，因为讨论一遍问题的症结，大家都清楚，后续要解决就比较容易了。好。来，所以来59条，那个院长，可不可以最慢到5:30就好了，好不好？我想大家脑筋已经啊，5:30现在已经剩下20分，对啊，对啊，对啊，不然我们到6点呐，就不啦，我们因为只有49条是重中之重啊，其他真的，大家都讲到太细哦，来啦，来啦，来啦，再公话买来，来啦，59，我们到6点啦，6点啦，好不好？啊，你们来一个，哎，应该拢走一轮嘛。我拢讲较少声，啊，先走一轮再讲好不好？走一轮会大家清楚问题是。来59条。
五十九条哦，那个时代力量党团有修正，本来有一个司法院是有一个协商的建议，那时代力量五十九条有提一个修正案，那我们这样子的哦，时代力量就先来说明你们的修正，我看你们是改送达后六个月这一个条文嘛，哦，两个月改六个月嘛，啊，哦，来要不要说明一下？因为哦，就确定判决违宪了，之申请，事实上它并不是一个那么简单的工作，在准备的时间上面，你如果是比照一般在行政侦讼程序里面给人家两个月，我们是觉得太短了啦。这个只是两个月跟六个月之别啦，哈。好，来，我的版本是五年嘛，那当然这个部分是可以再谈的哈。那我们会觉得说两个月太短，是因为现在就说对于确定终局判决，通常呢就是律师或是当事人，他会在立刻在一个月内会提起再审，或是呢他可能刑事的也有可能去申请，就是非常上诉。那现在如果说这个时间很短的话，我们担心说这个宪法啊，这个宪法诉讼，这个宪法诉讼呢会变成真的是第四审，就是说当今天最高法院判决确定了，所有的当事人就会跟律师讲说，一方面申请再审，一方面申请宪法诉讼，那这样子所有的案子全部都涌进来，那我们会觉得说其实应该是让当事人先去申请再审，如果他觉得不公的话，他先去申请再审，那如果再审他还是没路可走，他再去申请大法官会议就宪法诉讼，所以要把这个时间把它错开，你如果想要放在一起的话，真的所有的当事人就两个同时走嘛，就那如果六个月呢？那后面你有没有新的版本？你现在是讲他有版本，他有版本，他是没有时间呐。我的是五年呐，那当然五年在哪里？版本在哪里？在右边第四，在哪里？就右边呢。你现在提出来了，在第四没有，他不是的，在第四。不然这里面，那这边也没有五年呢，啊。你哪里来五年呢？第三项，刚刚才花的。你现在刚提出来嘛？我觉得五年会不会太久？五年太久了，太久不会讨论了。是觉得说看有没有可能点？没有，你要提法案，要提精准一点，不能这样。妈，这样妈，现在这样子了哦。六个月能不能接受了？时代力量的六个月了。没有，那个六个月两个月，这个五十九条，当初在大理审查的时候就是特别有意见，后来你看有严条文，就是说要申请事先啊，要以申请人啊，要曾经以审计就是容易点，在法院诉讼中你要去主张或者以你不可以申请事先，后来那个现在拿掉了嘛。当初在刑达的时候，我对这一条特别有意见啊，对吧？那每一个人先到法院先讲说，哎，这违宪。你没有装违宪，以后都不能申请事先，这个不对嘛？所以，司法你的写的版本上有些问题嘛？两个月，我当初也有这些看法嘛。但你们有一些解释，你要把两个月、六个月，你利弊得失乃至于五年，你前面要先公这问题嘛？我们再判断时间嘛。好，来，我记得那时候你有跟我讲说，有时间上说明一下来，可以斟酌，但是为什么你们提两个月？是，那当然就是说，因为这个是一般的诉讼案件完了也有申请大法官解释嘛，那在外国立法例确实也有刚刚柯总召提到说，你要在诉讼中要主张违宪，后来柯总召有特别质疑这一点嘛，对，我们觉得说依照我们的国情哦，可以有一些特别规定，所以我们就把那个拿掉。我还没跟你谈诉讼中，还没跟对诉讼一半，我要先去主张，不打条码先划违宪，不以后不能申请事先。所以我们觉得，所以你们当初送来版本是不对的嘛？对，我们觉得有道理，所以就把这个拿掉以后，但是这个诉讼一开始呢，就打官司，他就可能打好多年了哈。啊，其实有没有违宪这件事情哈，那个当事人应该会有一些问题意识的哈，会有一些问题意识。那假设我们确定以后要时间太长的话，因为尤其民事案件呢，
你给原告偿就是对被告的拖累，对给被告偿就是原告的拖累了，对啦，所以我们希望能够是两个月是比较短啦、啊、如果两个月各位们觉得确实太短了，我们譬如说再延为一个月三个月哈、哦、应该够了，就拖太久对于对照当事人是，我知道对对，另外一方面也是折磨嘛，对，也是一种折磨，都是折磨啦，对，但是三个月跟两个月有什么差别？是，所以我还有一个半年了。本来我说六个，我说六个月，如果有委员不坚持，我们就照六个月，有什么？六个月他要回答。好、啊，你觉得呢？当然，一方面呢、哦，六个月的话案子会多啦，但啊，不要怕案子嘛，人家对案子多不是唯一的考虑了，就是一样的道理嘛，就是你等于多慢了四个月，这个案子才确定。我们可以想见一个案子从一审、二审、三审要达到确定、哦、是很不容易。外根呐、啊，既然打过三审了、哦、也不差这四个月啦。好，来那个黄伟，话不是按照秘书长这样讲的了，判决确定的时间点从来没改变过、啊，这里不管怎么写，确定判决的时间点都不会因此而变动啊，这是第一件事情。那第二个，你说啊，残留着诉讼的机会就会造成很不安定。再审现在也是这样啊，而你说再审是三十天，问题是再审的三十天不是永远从判决确定开始算三十天呢、欸？再审的事由发生在后或知悉在后，是从知悉的时候开始算三十天呢、欸？他往后面拉几年？他往后面拉五年啊？你会因为再审制度这样子的设计，就说啊一堆判决通通都长久陷于不确定的状态？没有人会这样讲啦。你这样讲就好像在骗外行人嘛，判决确定的时间点没有跟动啊，这个判决就是确定了啊，申请释宪大家也知道申请释宪成功的几率有多低啊，那 probability 这么低，就绝大多数的确定判决的安定性会因为这个时间的拉长而受影响，我对于这个理由是无法接受。第二个，你真的有去参与过释宪实务的人就知道，你要写一个能看的释宪申请书哦，你要做多久？我当初国务机要费的案子4-627号，那个释宪申请书多少学者专家开会，最后我操刀逐笔完成，整整花了，是我操刀的，动不动的吧？那就有问题出来。你以后去问清楚再说啦。啊、你们哦，在不清楚一件事情。你们在台面上面的人就是拿着人家准备好的东西去弄啦，我不要跟你讲这个啦，哈。实际上面从开始弄到结束，好几个月，是没有错哦。没有那么简单。好，你今天就一个当事人哦，一个确定判决的当事人，他要 mobilize。一个律师事务所在两个月之内把这个东西给弄出来，我跟你讲，你实际上面操作下来的是要很有办法的人、啊、很有办法，你时间越短会变成是越有能力的人。什么叫越有能力的人？我今天就是花得起钱啊，找得起那种律师啊，整个事务所动员起来帮我搞的人搞得出来。那你如果其他的呢？你如果其他的是说像我们考虑到说公益性很高 NGO 团体等等，他们要去处理这些事情的时候，甚至是一般的人，他们要去找一般的律师处理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必须要负责任的讲，两个月的时间要他搞出那个释宪申请书没有那么简单，绝对没有这么简单的事情。所以当你在考虑确定判决的安定性的时候，确定判决的安定性这一件事情，因为释宪成功的比例低到已经不像话了，确定判决的时间点也没有更改，那因此我是恳请司法院，从释宪申请人的角度，我所谓说从释宪申请人的角度，我在想的倒不是什么政府机关、啊、还是很有办法的人，我现在在想的是未必那么有办法的人，给他们两个月的时间真的太短了。我讲一下好了，好来，总召，这个时间哈、哦，龙哥讲起兄弟的，在法院上要请人家写一个法律意见书哈、哦，也不一定两个月弄得出来。坦白讲，
我跟马英九打官司很有经验啊。让不同让法律意见书要拜到学者专家写哦，我个讲讲以写名字嘛，哟，那个整合那非常困难，法律意见书又很困难，何像何况是事先了，不然五八五六七等等，这在民党认识的时候我们都经过，我也参与过，所以把那个会议哦开起来，要请华队、皇家专家来整合，还有各方面的学者汇集在一起哈、哦，所以用时间去压缩是代表你们。现在戒毒立不当立白嘛，是安尼嘛，所以这个我是觉得六个月，六个月是有道理的，啊、有道理的、欸。秘书长，不可。那么讲有两年，五年六个人啊，对啦，政党规划从来无法简单着啦。六个月有道理。那当初是阿扁啊，有关于那个机密特权的问题嘛，六七是有关机密特权的问题嘛。好啦，第59条啊、哦。我们就以六个月了哈，就照时代力量党团的意见了啊，修正六个月通过了哈。来，下一个第60条，大家看一下60条啊。主席，刚刚那个如果是改为六个月，因为其他类似的好几个条文都是通案情况，可能要那通案我们就是通案修正，好，好不好？通案修正这个那个。条文，因为我们还有时间嘛，啊、哦，你们赶快把有通案的部分啊、哦，下一次我们协商的时候来做一个说明就好，那个做调整而已了哈、哦。好，来60条，你们是有一个再提协商建议，多一个第六下列事项第6项啊、哦，还有来，你们要不要说明一下？这个我说明一下哈，因为我们把59条的第2项拿掉了，所以我们必须要把这个第6款，把那个哦第六款本来跟第一项第六款的那个规定拿掉、嗯，就是这样的修正而已。所以是配合第9条的，配合59条，哦59条，原来的59条第二项，就是刚才柯总都讲的那个那一条那一项、哦，对，是要要在就。省级救济程序中主张违宪这件事情现在不要求了，这个拿掉了，所以我们的第6款一定要做修相对的修正，对、啊、就这样。好，那这个大家有没有意见？这个大家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好，没有意见，我们就照司法院再提协商建议通过啊、哦。来，我们进入61条。61条。协商建议是建议照司法院的提案呐、啊，哦，那现在是有，志扬兄，你们没有意见了啊、哦？好，那我们61条就照，好来。哇，你怎么这么快说他没有坚持啊？上一次讨论的时候，哈，又开，你看我问他。这个事情哦是不受理的决定啊，要不要有显明负责的事情？我们上一次哦讨论这个条文的时候，僵持了非常非常久。我知道这个可能恐怕就要到院会处。这个哦是说你要在通则性的地方写清楚，通则一确定以后，各个分则就全部都有通则的适用。那他在这边加处理的意思是说，他在分则的这个地方特别给他写了。那现在就变成了是说，在整个适用上面，因为我们前面呢、啊、就有关不受理这件事情，对，你要不要写明，要不要让大家知道到底是谁做这个决定，要不要负责？啊，是牵涉到这个争议点。来啦，这个61条保留啦。我马上一定要签名啊。那这个，保留整件一下，保留。那32条，32条一样啦，那个也保留啦。你不受理、就是、对，因为理由书我觉得应该给啦。大法官要不要公侯这居民啊，公布名字啊，同意与反对，这个恐怕看程度的问题啦。只是进来受不受理，那个还要签名，那个我是觉得可以。我不一定认为要一定要这样啦、啊，看什么重要性不重要性呢、啊？然后这是大家要去决定的事情嘛。你只要说受理不受理的，要怎么选民怎么样，我是认为
啊，不需要这样的，六十一条保留了，保留再讲。这个因为前面有一条保留了嘛，啊，跟三十几条，三十二条我们有保留嘛，哈，所以这个是同样的性质的啊。来，六十四条，六十四条是建议照司法院提案呐，啊，那是有委员有提案做修正。那因为你这边坚不坚持？不坚持。那大家如果没有意见，我们是不是照司法院的提案通过？因为这个比较啊，没有什么好。好，那六十四条我们照司法院的提案通过。那再来就是七十条。七十条的话，司法院再提协商建议了啊。第七十条，内容有没有什么改变？说明一下哈，只是说明而已嘛哈。你要不要说明一下？那个七十条原来的第三项哈，对，这个我们把它移到了二十一条，然后这个上一次的协商二十一条，这个照黄委员的意见也加了很多的，就是那个撤回的部分条文非常的丰富了。那已经通过了。对，所以我们只是在这边就说第一个。七十条第三项的第三项这个部分呢，总则通则的部分就可以处理。然后我们也在说明第四里面再去讲一下，说呢，其实依照前面通则就可以处理了。好，我了解。所以你这个是因应第二十一条的通过，哦，那黄委员建议的通过，所以必然要修正这一条。好，那黄委员这边有没有什么意见？好，那第七十条我们就照。司法院再提协商建议通过啊，来七十一条，七十条，七十一条，我们七十一条是谁？时代力量的条文。那一般哈，诉讼法的就审期间是的确只有十天啊，但是就宪法法庭的延迟辩论，我认为定十天的就审期间有点太赶了。嗯，在哪里？七十一条，那这个时间，那时间是十天改二十天，这个有没有什么困难？申请书之送达，至少应有十日为就审期间，改为至少应有二十日，有困难度在哪里？那个报告一下，因为这个案子哈，总共那个依法哈只有六个月的审理期限呢，好，那这是第一个考量。那就审期间要不要给那么长？这是第一个考量。再来，我们考量说是这个弹劾案件，其实是之前就在立法院这边就已经开始弹劾那个程序哈。那这个被弹劾人其实也要做一个相当的因应，好，对总统、副总统的弹劾，对。是，所以你就改为二十日也无所谓，啊。对，就是也可以，就是说我们只是请各位考量说，我们这样的考量就是说，第一个诉讼法上就是十天，第二个说这整个办案期限只有六个月，啊，对，就是主要是这样子是。来，黄委员。不会压缩到办案期限的，你唯一的就是只有审理的法官要及早做计划，早一点通知人家，所以我们哪一天要辩论哦，啊，你们好好的赶快去准备一下，啊，这么重要的案子，就审期间多给人家十天，我觉得是很正当的事情呢，啊。好了好了，就二十天了，就二十天了哦。好，七十一条我们就没关系，对吧？十天改二十天啊，哦。好，我们就修正通过。来，再来第九十二条，七十五条，再来就七十五条。你这边七十五条是七十五条是说明啊，它不是有文字修正。来，那个说明一下，就是我们原来的三十条，它只是去说明去我们一般程序怎么样表决嘛，那就是我们原来这出席现有总额的四分之三，我们把它修成三分之二，在这边因为我们有在这边说明，所以就附带的说明一下，就是连带的要改一下，就这样。对了，那个在审查会是照案通过，现在只是他们提出建议修正的说明啦，那这个说明大家应该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这个说明我们就通过了，因为这只是原条文是在审查会就有共识。好，来，那再来是第八十条，也是说明了啊。八十条是照案通过了啊。
那也是一个说明啦、啊、哦。那大家有没有意见？也是三分之二的那个说明一样了、啊，跟刚才的意思一样。好，如果没有意见哦，我们就也通过这个建议说明啦、啊，修正说明啊。那再来是83条，也是建议修正说明啦、啊、哦。主席，大家有没有意见？主席，我报告一下哈，我们的修正说明就是第四点哈，就是因为原来的59条这个第二项拿掉之后，我们现在在新的59条第二项就这样子。对了，就照第59条第二项，因为59条有修正，所以你们要必然要调整这个说明嘛。好，那这个没有意见，我们就照这个说明通过啊。来，第92条。在第92条啊、哦，进入92条，那个我们时代力量党团有提修正动议啊，来大家，我的部分比较简单吼、哦，我先讲吼、哦，来，我的部分为什么简单呢？就是配合前面把那个申请释宪的时间从2个月拉到6个月，因为司法院本来的设计是那边2个月，这边2个月嘛。那我的设计是那边6个月，这边也6个月，因为我说要给人家比较长的时间准备，释宪申请没那么好写，所以如果司法院前面那个同意的话，就我这边的建议应该是可以采纳了。那至于说其他委员其他的那个修正，可以等一下再进一步讨论。这3个月，他是现在是3个月嘛？好，对不对？那改6个月嘛，只是这样子嘛。等一下，小学生来，你看，今晚五位版本，两个啊，还有审查会一起谈一谈。因为你的版本呢、啊？我的版本比较是在哪里？在第四个版本，第四。时代力量在第92条，他是将3个月改6个月这样而已。那有委员在哪里？在92条，你那跟他看也接呀。那个在委员在第四版呢、啊，但在本法修正施行前，以原用大法庭之法律见解所为之判决不再施宪。好，来，你说明一下，回收是吧？这个是比较跟那个实力的一样，这个部分比较、啊、现在是另外一个问题了，就是说。那个司法院的版本是说本法施行后，那就是本法施行前已经送达，就已经判决确定的案子就不可以再施行，等于是说我们这个案子这个法通过之后是以后生效不溯及的。那现在的问题是说有些在以前好、哦、就是已经判决确定了一直我们在救援的这些的案件好、哦、譬如说他可能是冤狱，但是呢，因为他一直没有办法申请再审，或是申请非常上诉，因为他并不是法规范，而是就是说法院的见解，适用法律的见解有问题。那这个也就是为什么要修这个所谓制定这个所谓的宪法诉讼最主要的原因。但是现在我们这个法通过之后，变成是那些救援的案子他进不来，所以这里就说要不要开一个窗口，让这些。就是说民间团体在救援可能是冤案的这些案子能够有机会进来提起宪法诉讼，现在主要的症结那就回溯嘛，那我就讲阿扁的案子也可以啊，那来总结啊，这个有多少案子司法院来说明一下，哎，司法院说明一下，这个来救阿扁一下、哎、这个一回溯哈，那这个没完没了了、哎、这个中华民国立法以来就话讲，晚近几十年来要回收的案子，我最近想看嘛，这哪可以大家拢来哦？所以我们是认为不要了。不要为了一个个案啊，那我们没有这个大家想看嘛？这个要仔细思考一下。我是表我啦，不过听给他们讲。然后就另外的问题啦。好啦，这个因为我们就不坚持，这个太复杂，这个回收太复杂。这个哈、哦、被冤狱这个见仁见智啦啊、哦，而且追溯回溯时间哪在多久？我们从头再总了。不是，当然这个回溯是说今天啊、我们这个法通过之后，比如说我们给他说好，你1个月或2个月，那你就要提出来。那如果过了这个期限就没有，就好像我们通常以前在定法律，就是说过一个缓冲期，
那在这个缓冲期，如果所以你还是要有时间嘛，就说要不要开一点、哦、开一个门？但你这边是没有时间的。我这里是就是后来我们是把它是说两个月了，或是你要把它限制一个月都可以，或是你要把它限制属于刑事案件，其他的不行也可以。那是万一你想清楚啊、哦，我们再讨论好不好？这个我们考虑很久，即使一天哈、哦，大家就等着那一天空窗就通通进来了，哎，所以那个不应该有这样的。这个当然我知道，对，他讲什么案子啦，啊，我们不要先设一个预设了、哦，你已经有预设说哪个，不要预设了啊、哦，我们这样子了啊、哦，如果因为我们如果不坚持的话，我们就把三个月改六个月，然后照司法院的原条文通过了，好不好？那个六个嘛，这个真的是会有困扰了。前面联动的嘛，对不对？没有联，那六个月那没联动的。好，我你提条挂你了。好，那这样子啦哈，就92条，我们就是改六个月。那依照时代力量党团修正六个月通过了哈。那来第95条，我啦，是你日期啊，三年。来，编法公布后要几年实施？那个大法庭就算你这边也三年了嘛？对对 对，这个跟大法庭一起还才三年，三年啊，无意见不？来，来，黄伟来，我已经讲三次来了，来。我现在比较关心的事情哦，是说三年归三年了、啊、哈、哦，三年我没意见，让你们好好去准备。但是那个时候，为了要落实整个宪法审查的制度，其实上你们在司改国事会议里面，其实讲的踩的是蛮硬的。什么叫踩的蛮硬的？哈吼，就是说你们说，首先面对的问题就是目前依照司法院组织法、司法院出务规程里面。你们现在人员的问题，司法院在司改国事会议所提出来的见解是，如果增设宪法裁判宪法审查制度，大法官助理的员额，那以及其他应该要充实的事项，这个东西如果不一并的处理的话，不了解一下好不？裁判宪法审查制度将挚爱男性。我只是善意的哈、哦、提醒司法院这件事情，你要准备三年，我想大家都可以理解，重要的制度，让你们去好好准备。但是我现在比较担心的是，该有的准备，如果让时间蹉跎，该有的准备没有准备好，等到制度上路的时候，案子进来承受不了的话，我讲一下，那个时候我们现在立法的美意可能会因为实际上面实践的结果，而反而造成大家很不愉快的经验，这个是我善意提醒的事情。好，来柯委员。谢谢。这个三年准备期，我不相信不够了。那至于黄昌伟的意思，那你回来解释一下，下样不要紧，大家看看呢。好，我倒是知道三年以后政局不知道变成怎样，我比较担心这个而已。好不？用附带决议来把他的余力，可不可以？还是黄伟你来写一个附带决议 ？Man。还是说不必写附带决议、啊，只是把你的余力。哎呀，现在院长的，现在院长的任期到什么时候？还在啦，他在啦。司法院大法官的任期包含院长哈、哦，最长都8年。那院长、副院长是不受任期保障啊，啊，所以到8年的话，那就除非2020有人要他下台了，要不然就一直下去到8年嘛。不会啦，他也不一定要下台。2020本党积极执政。我们这个问题啊、哦，主要就是说这个，中央政府机关组织的总员额法哈、哦。那个，因为我们正在跟人事总局哈、哦、啊、协调，希望能够把那个打开，因为我们已经额满了，好、哦、额满了，那所以就是说，可能人事局那边呢还要再
更多的资料了。我们希望三年内能够把这个法修一下，然后总员额要准备的东西很多嘛。对，好了，就三年了。法以后要增加多少人？包括你社会金色改建很多事情，我知道了。我们那个修啊，哦，三年好了，我们就给你嘛。三年够长了。三年呐、啊。三年可以。好，那就四万一算等等。一四万再提协商建议通过了哦，三年哦。好，那我们大概都跑过一遍了哦。那啊，就刚刚那个黄委员所提到的，他原额的充实的这一块，要不要写一个附带决议、啊？一方面的多少？一到公面的话，一家人事总处去讨论嘛。当然，如果我们这边能够有一个附带决议哈，那、啊、你来写啊，不然你来写嘛。我们来写、哦，你下一次你们去吵你嘛，因为需要什么是你们知道的啊。当初在司改国事会议讲的那么硬，说这些问题哈没有帮我们解决哈，不要设宪法裁判制度，要不然会崩盘。现在大家要给你们这个机会，你们就回去好好写一写嘛。龙啊，雄心八平人三省，按法做人好想想，好不好？我们来写。后天节目想一想啊。好，谢谢委员支持，我们来写一个附带决议的。好了，那我宣布一下啊、哦，这个经过两次的协商哦，我们协商通过有18条，大家要注意哦，不要到时候我要练，我现在就要练了。第9条、第16条、第18条、第20条、第21条、第23条、第26条。23条有吗？有通过。第26条、第27条、第34条、第42条、第43条、第59条、第60、第60。等一下，49后面再来。没有49啊。42再来49。43呐、啊。43啊。然后再59了，你49。然后第60条、第64条、第70条、第71条、第92条、第95条。那95条，我们就请司法院提附带决议，供委员参考。好、哦，这个刚才讲了嘛啊、哦。那保留的部分有9条，保留的部分有9条，第10条、第19条、第28条、第32条。第33条、第41条、第49条、第54条、第61条，总共有9条保留。好，9条保留。好，那9条保留，明天2点半我们在这里继续协商这9条。跟主席报告一下，来，其中那个28条啊，算是委员建议啊，就是我们今天有发给各位一个文字哈、啊，就照委员的意思啊，就是原则辩论其实应通知。来，你28条大家看一下。哎，如果、那个分给大家来，有在哪里？好，来，28是免过的。28条嘞，对，来，18，还有18、19、28。来，没有关系，来，你先讲，你要先讲第几条？28嘛，好，28，我们有一个2页的司法院再提2页，大家好看一下那个，好，然后第28条在第二面，来，延迟辩论其日应通知当事人、诉讼代理人或关系人到庭，诉讼代理人或依第8条毋庸委任诉讼代理人到庭辩论。到庭辩论之当事人无正当理由不到则，到庭者除本法别有规定外，宪法法庭得经委裁判，是这样子吧？对，你们修正这样子吧。是，大家有没有意见？当然那天有谈过。对呀、啊，这个就照黄委的意见呢、啊。来，第28条我们好、哦、也通过。好，第28条通过。好，另外那个跟，主席报告，还有回到18条哈，好，刚刚这一份18条。18条就通过了、啊，对，因为原来那个那网站，对啊，那大家对，因为黄委员的那个文字哈，在最后一行还加上其余公开之方式啊，我们读起来就是这文字上其余两个字不要通了、啊，不要通顺。好，啊，这个可不可以？好，可以，我们也照第18条本来是通过，但是我们第18条为了文字的完整，就照司法院再提修正动议案通过，啊，你好不好？好，第18条也就照司法院哦再提修正案通过。来，还有19条的部分，你要不要说明一下？19条已经通过了、啊？没有通过、啊。
你刚才没有？哦，十九条没有，对。那十九条怎么样来？要揭露的部分，十九条要不要说明？因为你们有提出啊。对。能够通过就尽量的来支持。这是你们写的吗？哎，对对对。我们是第三款啊，十九条的第三项第三款啊，加上集齐金额或价值啊。好了好了，可不可以？可以啊。大家有没有意见？有啊，这十九条开始我就有讲了，这十九条还有其他的事情、啊、对了，刚才好，十九条保留。来，那现在哦，那你十九条保留是吧？对，好。那现在哦，我再宣布一次，保留八条哦，保留八条哦。好，那么保留啊八条，保留的部分有第十条、第十九条。第三十二条、第三十三条、第四十一条、第四十九条、第五十四条、第六十一条，好，这是保留八条。然后今日有保留第五十三条的立法说明，要做一些调整，好。然后第九十五条，你们要提出一个附带决议，支持你们，好。就授权你们来，好，所以我们今天大概协商的成果还算不错了啊，剩八条，然后一个附带决议，一个立法说明，好不好？那明天下午两点半，好，大家就不必再另行通知了啊。然后和处长会议讨论一下，好不好？好，那我们今天的会议就到这边告一段落啊。好，我们就散会。啊，谢谢主席，谢谢各位委员。是，可能我明天确定是。